好，我们现在开会啊。我们今天举行的是同性婚姻修法的公听会。那有鉴于本院的委员提出修法的专案呢，将同性婚姻以及同性收养纳入规范。那社会各界对于婚姻平权法制化还有存在很多多元的意见。那立法者呢，我们相信在考量相关的配套法律，还有在修法的必然性以及复杂性的时候呢，我们有必要对于婚姻平权的议题采取最开放的态度，仔细可以聆听各方的意见，审慎评估各种修法的可能哦。那作为我们在审议法案的参考，让相关的权益保障体系呢可以更加的完善。那因为今天呢是由司法及法制委员会所召开的公听会，我们在这里要提醒在场的每一位即将发言的代表，包括立委本身啊，我们可以自由地表达您的意见跟做出建议，但是呢，请务必尊重委员会。本席呢不允许有任何的人身攻击，包括信仰的攻击、污蔑或者是针对。有一些针对性的字眼哈会出现，那因为每一个字呢都将会正式的刊登在立法院的公报上面，会留下记录，所以请每一位发言人能够谨慎您的发言。那如果有不理性的攻击的话，我必须要打断您的发言，有必要我可能会请您离开啊。那在这里，在我们再次的提醒每一位发言人，我们希望今天的会议呢是不被打断、不被干扰的，可以很顺利的进行。那今天讨论的主题呢，我相信大家都已经有拿到了啊。那我们待会呢，我们会希望呢可以针对这几个面向，大家可以做出具体的一些建议跟这个方向哈。或许今天这个议题呢，可能我们没有办法在两方之间取得一个共识哦。不过我想这个未来可以提供给法务部在研拟伴侣制度上面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素材跟参考哦。特别呢，我希望我们也借由这两场的公听会，让所有全国的民众更加的倾听彼此的意见，那么也能够让我们每一位委员在做出每一项的决定的时候，真的都是很理解而且非常慎重的哈。好，那我们首先来介绍一下今天出席的专家学者。首先来介绍政治大学法律系江世明江教授。好，谢谢。谢谢，还有中正大学财经法律系曾品杰曾教授，谢谢。高雄医学大学医药系的精神科严正芳严教授，东华大学社会学系陈凤良陈教授，东吴大学法律学系胡博彦胡教授。两岸仲裁人律师民法亲属编男女平等修法委员谢启大，好，谢谢。二十一世纪智库协会公共政策与社会研究雷倩召集人，好，谢谢。台湾伴侣权益推动联盟许秀文理事长，好，谢谢。台湾国际同志权益促进会陈志明发言人。同志父母爱心协会郭妈妈召集人啊，赵正仁，谢谢。收养孩子侵权的同志家长哦，杨玉莹杨小姐，好，谢谢。捷德影音执行长酷儿影展的策展人林志杰，谢谢。台湾基督长老教会冈山教会蔡维恩主任牧师。基督教国际火炬先锋侍奉关怀协会的西底波拉理事长，信望法律事务所叶光洲叶律师，互加盟张守一秘书长，好，谢谢。好，可能我们还有几位代表哈，还没有一一的都进到会场，待会我会再为大家来做补充啊。那介绍列席的政府机关代表啊，司法院秘书长吕太郎吕秘书长，好，谢谢。好，行政院性别平等处参议邓华玉，内政部户政司专门委员陈子和。还有卫生福利社会及家庭署代理组长简信荣，教育部学生事务及特殊教育司专门委员许慧清，劳动部劳动保险司专门委员朱伯良，谢谢。
以及劳动条件及就业平等司的专门委员王雅芬，还有财政部赋税署专门委员倪永祖。好，我们补充介绍今天出席的专家学者，有世界和平统一家庭联合会家庭教育中心的许慧珍许主任。好，在场有游美女游委员，好，谢谢，还有许玉仁许委员，都是本会委员。好，那我们现在请宣读公听会的讨论提纲。讨论提纲：一、我国现行民法婚约之当事人仅限男女双方，使同性伴侣间之权利义务关系未受法律规范及保障，应透过修正民法或另立专法的方式，满足其对组成家庭之期待，合法取得与异性伴侣平等之地位。二、民法乃规范私人之间法律关系之基本法，有关本委员会于11月17日审查之民法部分条文修正草案，对现行法制之整体影响为何？是否冲击相关法律？三、同性婚姻合法化的议题涉及人权、传统文化、宗教信仰等价值观，在台湾社会引起正反双方激烈对立，形成非黑即白的论述，是否能在支持或反对之间摸索出彼此共存的空间？四、同性伴侣获得法律上地位后，收养子女是否有违子女的最佳利益？目前同性伴侣及子女共同生活事实应如何修法加以保障？宣读完毕。在邀请各位发言之前呢，我们在这里再做几点的说明。第一点，请我们各位专家学者以及相关的团体代表在先发言啊。那发言的顺序呢，我们会依签到的先后次序。那么如果有需要提前发言的，请先告知主席台，我们会予以调整。第二，本院的委员按照登记先后发言哈，如果陆续到场呢，我们会安插请委员来做发言。那第三呢，最后我们会请政府机关代表发言，针对学者、专家、委员的意见来加以回应啊。那第四，因为今天邀请的学者、专家人数比较多，那么为保有良好的发言空间哈，我们本次的公听会我们并没有开放旁听，那我们还是再一次提醒每一位各位发言人啊，一定务必要注意是避免发言的时候有人身攻击等等的字眼出现。我们也尊重其他委员的发言啊。那因为我们公听会主要是听取学者专家的意见，所以我们给每一位发言的时间是8分钟，必要的时候得以延长2分钟。那本会的委员发言时间是5分钟，并不得延长啊，请各位能够掌控时间。那么如果我们还有时间的话，我们会是否讨论要不要再进行第二轮的发言啊。那我们补充介绍，现场还有这个周春米周委员啊，也到我们委员会，也是本委员会。好，谢谢。再来补充我们的出席的专家学者，世新大学法学院吴玉忠吴院长。到了吗？好，谢谢。那我们现在就先邀请首先签到的蔡维恩主任牧师，有请蔡牧师来发言，谢谢。稍等一下，桌上有麦克风，谢谢。主席、各位媒体朋友、各位大家平安。我是蔡维恩牧师，我代表台湾南高雄南高屏跨教派基督教联盟我是发言人。在11月17号，我们南台�湾总共有300多位牧师来到立法院陈情，也声明我们反对草率立法，要凝聚全民共识。为什么这一次南高雄基督教联盟会出来我们透过我们很强烈的表达，这一次有很重要的意义，是长期以来
我们的长老教会，我是长老教会牧师哈。长老教会从来没有在一个共同的议题跟国语教派合作过，特别是在这个政治跟社会的敏感的议题。这一次能够合作，代表一个很重要的讯号。这个讯号不只是代表我们教会的立场以外，我们代表了整个大多数沉默的大多数，特别是在南部。首先我要表达的是，台湾基督长老教会对同性婚姻，在2014年6月10号就已经有牧函出来了，是统一口径，我们对同性婚姻是采取反对的态度。这样的牧函是有拘束力，因为这是总会经过500-600人讨论，联谊会讨论的，所以它是有拘束力，拘束我们的教会、中会、总会，包括我们的机构。所以长老教会采取的立场跟所谓的国语教派所采取的立场是同一个立场，但是我们在媒体杂志有看很有些同工牧师也好，用长老教会的名义来发表他的言论，其实那只能代表他个人的立场。长老教会是立场是很清楚，就是2014年6月10号的台湾长老教会同性婚姻议题的牧函，因为这个议题对长老教会而言，我们长期关心这个社会。在戒严时期的时候，教会就成为这个社会的守望者。当时有太多人来攻击，为什么教会不去关怀宣教？为什么要关怀这个社会民主？当时我们背这个十字架，没想到我们多年争取来的民主，竟然在这一次的议题当中，教会成为攻击。会说为什么教会能够出来？为什么要查教会的账？我突然发觉，到底我们是回到戒严时期的时候吗？为什么那些所谓的进步的言论不见了呢？所以首先我要表达一个很严正的立场，我们联盟很清楚表达，这是一个草率说修法。为什么是草率修法？其实我们说这一次的修法是一个骗局，是一个法律骗局。为什么是一个法律骗局呢？因为大法官释字554号很明显提到，在主文哦，大法官会议解释554号，他说家庭制度是宪法制度性的保障。什么叫做宪法制度性的保障？制度性的保障就是我们不能用修法的程序来改变家庭的定义，也不能因为修法来改变家庭的架构。所以你看我们这次修法是什么？我们这次的修法是用一般的修法程序，应该照这个道理应该是什么呢？应该透过修宪程序，应该是或者是大法官会重新的解释。这不只是552、362、696都是这样的意旨。我想不通，因为我自己是法律系毕业，但是毕竟我不是公法学者，为什么在这个很重要的争议当中，我想现场有很多的专家学者，麻烦能够就我这个疑问来回答，到底我们这一次有没有违宪？假如这一次修法违宪的话，我想我们公听会都不用办了，接下来修法不用修了，因为它是违宪的话，我们就要坚持这是违宪的修法。我期待我们专家学者能够很清楚，能够告诉我是不是违宪。第二，这次的修法造成了两块不同意见群众的对立。我觉得因为这是草率修法的结果，
一般人、一般民众在讲说，我支持同性婚姻。他说他支持同性婚姻，你可以问他下一句话，他支持怎么样的同性婚姻？各位朋友，我们很清楚知道，我们这一次在讲同性婚姻的时候，有两种款式的修法，一个是破坏家庭的修法，一个是不破坏家庭的修法。你问他赞成同性婚姻的人，他是赞成破坏家庭定义架构的修法，还是不要破坏家庭架构的修法？我相信很多人会说，当然不要破坏家庭结构的修法，我赞成啊。但是我们的媒体，我们的主政者都没有跟大家说清楚，透过这种法律来混淆大家的视听。大多数人都愿意来保障这个权利，保障他们的权利，但是呢，很多人不清楚保障的权利要牺牲家庭的架构跟定义。第三，我觉得所谓的宪法上制度上的保障，代表了家庭定义本身不只是个人权益而已，还有家庭公共利益，甚至是国家的政策在里面。所以不是只是我结婚有什么不可以，它牵涉到整个社会价值。我最后讲一个故事，法籍台大退休教授毕安生自杀，让我们很难过，也是感同身受。但是因为时间不够，我做最后一个讲。当我们在我们要保障同性恋的权利的时候，相对我们就剥夺家属的权利，家属的权利会受到伤害，甚至那个伤害超过我们的想象。你想，同性恋者给我们给他婚姻的地位的时候，他有一天我们的孩子要决定要死的是谁来决定呢？要不要急救是谁决定？是他的配偶，不是父母。你说现代的台湾父母能够接受吗？他的财产有可能已经继承他父亲的财产，结果因为他的死亡，所以我们的财产都会移到同性恋的身上。你觉得这样是能接受吗？所以当然有人会认为这不公平，但是我想这是因为我们的文化跟我们的现阶段还没有到成熟，认为我们同性恋他们的法律保障我们愿意，但是若是侵害了家庭价值，就如马英九总统所说的，那就另外一回事。以上说明，谢谢。好，谢谢，感谢蔡牧师。那我们在这里再补充介绍，现场有我们立法院的陈曼丽陈委员也到了现场，谢谢。还有法务部陈明堂陈次长，谢谢。刚刚进来的还有苏珊执行长，是代表同志人权法案游说联盟的，谢谢。以及全国家长会长联盟陈铁虎理事长，好，谢谢。那我们现在邀请第二位陈凤良陈教授，东华大学社会学系，谢谢。徐委员，各位委员，还有各位专家学者，还有所有来宾，我这边来针对有关这次的同性婚姻修法我表示我的意见。基本上我认为我反对修改民法建议制定专法。那我有两项理由。第一个理由就是针对反对修民法的部分，那我想民法是人民生活的最基本的法律，它是普通法，所以它非常重要。这个议题如果特别是要更改这个婚姻的结构家庭的结构，那当然是一个非常重要的，所以你要有坚强的这个立法的理由。那所以呢我个人要针对这个立法的理由一一的提出我的意见。
我基本上认为这些理由是不成立的。好，第一点，国际公约及宣言并不支持同性婚姻。我想我们看到的是有委员等48位委员，他们你的这个修正草案里面特别提到这个这个公民联合国的公民与政治权利公约我们简称两公约那他提到说这个第一他23条的第一项特别提到说家庭为社会之自然基本团体单位，所以应受社会及国家之保护那可是当我们往下看的时候，我们看到他的第二项第二项他就是规定说男女已达结婚年龄者，其结婚及成立家庭之权利应予确认而且两公约的第三条仍然谈到的是男女权利一律平等，所以他基本上来讲其实是建立在一个男女的这个异性婚的这个基础之上，所以两公约所指的是两性的平等，两公约所规范的是一男一女一夫一妻的这种家庭的结构因为有这样的一个结构，所以才有什么？才有接着的第四款的婚姻消灭后的子女权益的保护，还有24条的儿童保护的这种种的问题，所以我想从这个两公约来看，我们发现它是不支持同性婚姻的。第二个，我们即使来看联合国的这个社会经济文化权利公约的第3条跟第4条，我们去看一样。它跟两公约事实上是一样的，是男女平等，一样是这个家庭是由异性所组一男一女所组成的这个家庭，第三，我们再看这个我们现在的各项的国际人权的公约跟宣言我们看到世界人权宣言16条这个欧洲保障人权及基本自由的公约12条。美洲人权公约第17条，它都是指着达适婚年龄之男女有结婚跟成立家庭的权利，而且2004年的149个联合国委员签署的多哈宣言，再一次的用明确的文字来说，男女 （men and women） 还有夫妻（husband wife）， 用这样明确的语言来说，这是这种异性所婚姻所建立的家庭是什么？社会之自然的基本团体单位。好，另外就是2002年的联合国人权委员会，他也做判决，他认为说这个不应拒绝承认同性伴侣而就违反两公约。那当然我看这个有委员的这个修法版看到的是。这个2007年的这个联合国的理事会的这个叫做日惹宣言我们看到日惹宣言其实它是一个联合国下面的一个理事会它所做的决定，基本上来讲它并没有去推翻两公约的清楚明白的文字，所以用这个来作为立法理由也不成立。欧洲的人权法院欧洲是有非常多的国家支持同性婚姻，不过呢，但是他们有3次否决同性缔结同性婚姻是基本人权那还有就是我们看到的是这个第三点那个特别提到另外一个立法理由，就是102年国际专家审查两公约初次国家的报告后所提出是第78、79点的结论性意见，以及第二次的审查意见里面特别提到，就是他们希望我们能够修改民法，把同性婚纳入。可是我们知道两公约很清楚的明白的文字就是男女就是异性婚，所以呢，这只是委员的个人意见，我们却拿着鸡毛当令箭我觉得这个是不对的。好，第四点他也提这个立委也提到。这个554号的大法官会议解释刚刚许牧师也提到了那他提到婚姻与家庭是社会形成与发展的基础，受宪法制度的保障。好，那到这个地方，可是当我们接下去看他的解释文的时候，我们就看到理由书里面看到婚姻制度是直击在人格自由，具有维护人伦次序，特别提到男女平等、养育儿女的社会功能。好，接着他又说，婚姻是一夫一妻为营永久共同生活
的这一个关系。所以你从大法官554号解释很清楚的，他是一男一女一夫一妻，所以用这一号解释来作为支持修改同那个支持同性婚，基本上来讲也是不成立的。好，接着我们再看我们的宪法第8条，事实上是写的是男女平等。对，增修条文第10条第6项，它前面是妇女，后面是两性，中间写一个性别歧视。你可以从上下文可以看到，它事实上是指男女平等，不能歧视妇女，所以不能作为不能作为这个修改同性婚的这样的一个立法依据。好，另外就是是不是这个纳入同性婚就违反了不修民法，就违反宪法的平等原则啊？我们都知道宪法的平等是实质平等，所以大法官第485号解释，所谓的平等不是机械的平等，不是绝对的平等，而是实质平等。简单讲，实质平等可以对不同的事物可以做差别的合理的差别待遇。像我们的民法不只是有做性别的一个限制，还有对什么？还有对近亲有限制，对重婚有限制，还有对年龄有限制。所以呢，这些限制基本上来讲，就告诉我们说，不是只有相爱就可以结婚，它是有条件的。如果今天我们说只要相爱又不妨碍别人就可以结婚，那这样我们就等于说把这个平等不是实质平等，而是变成形式平等。那无限上纲到这个地步，那我们要问还有谁不能结婚呢？我觉得这是一个，当然你会说啊，这个是一个这个阴谋论或等等这个，那但是你知道法律如果这样修改的话，那你就没有办法阻止后面的人告近亲说他要结婚。好，那不达为那个年龄的限制也要取消哦，所以这个是非常可能的。所以基于这样的一个考虑，我反对修民法。但是你知道平等是实质平等，所以实质平等虽然要做差别待遇，所以既然有一些合理的差别待遇，那赋予这个同性的伴侣，因为他们要共赢他们的生活，他们要彼此扶助，他们要照顾，我个人觉得一定要让他有法律地位这个身份这个地位要赋予。所以我会赞成修用专法或者叫特别法来保障他在医疗保险赋税继承还有必要的这些保障，我想这些东西都可以加进去。那有人就会说，那我们定这个特别法，事实上就是歧视。但是不要忘记了，今天我们用少数人的权益来修改所有大多数人适用的民法，基本上来讲，这是违反比例原则的。所以我们觉得这个比例原则，它是一个宪法性的原则，也是立法的原则。你立法不可以违反这个比例原则。所以修特别法的保障，我个人认为已经足够，已经足够。更何况这个是保障，在我们的国家的法律里面有原住民的基本法，还有很多的法律，基本上来讲都是为了保障他，因为我们让他实质平等，所以我们特别去保障他，所以这个法律基本上是保障的。既然是保障的，你不可以讲说我不能，只要不满足我所有的要求就是歧视，我觉得这是没有道理的。这跟隔离就是不平等，这是不一样的因为我们是保障。好，那最后我想，我建议这个立委们可以参考2001年8月1号通过的这个德国的同性伴侣法，还有法务部所研拟的，现在正在研拟中的这个同性伴侣法作为草案，一起来审议，并且把医疗保险、赋税、继承等必要的这些权益一并纳入考量。我个人觉得说，同性伴侣的权益是需要被考量，基本的身份也需要被认可，这样子他们在一起可以共赢社会生活。那我觉得但是我认为这样就够了。为了要修民法，特别要修到这么多的民法，300多条的民法，我想这是重大结构的改变我觉得这一次要提出来太草率，所以我反对。谢谢。好，谢谢，感谢陈教授的发言。我们再做补充介绍，现场有段宜匡段委员，也是我们司法法制委员会，以及周成秀霞委员。好，谢谢。好，我们接着请信旺法律事务所叶光洲叶律师发言。主席、各位委员、各位老师、各位与会的学者先进，我可能是在座唯一一位
实际执行家事案件、离婚案件的律师，特别是我有处理过台湾跟荷兰同志的离婚，所以我以下的发言，我认为结论是我们不应该由目前的修法来引导我们的社会。现在的修法是一个急促的立法，我们应该朝着特别法或者是专法的方向慢慢凝聚社会共识，才能动到民法，这是我的结论。我从历史的角度来讲，我是研究婚姻法制史的，我来跟各位讲个婚姻法，我们民法婚姻法的历史。民法982条的仪式婚要改成目前的登记婚，它是先在民国74年增订982条第二项，使得结婚登记有推定的效力以后，过了22年，才在96年修正通过，成为现行的登记婚，又过了1年才正式施行。民法1067条强制认领、死后认领的规定，也是经过20多年的讨论才制定修正，更不用讲联合财产制，从民国19年制定，到民国74年第一次修正，到民国91年才成为现在的法定财产制，整整经过72年。这是民法的立法者对修订民法的慎重态度。刚才讲的是仪式婚，是财产制，是认领。我们今天讲的是把整个婚姻的定义改变，从异性婚一夫一妻制改变成同性婚。这样大的改变，难道不能比照我们民法的前辈用比较慎重的立法态度来面对吗？这是我从立法法制史所提出来的一个建议。第二，我们在这一次，我主要是以我所尊敬的由美女委员，她是我家事法的前辈、婚姻法的前辈，所以我以她所提出来的4-5条修正草案为讨论的对象。在他所提出来修正草案1079条第一之一的第二项的立法理由有说，为什么立这一条是禁止法院在收养事项上歧视性少数的人民？既然这样，我们从司法院大法官释字211、485、526号解释，我们都可以看到宪法的平等原则要求立法者的是相同的相同处理，不同的不同对待。所以既然这一次的立法者认为 同性的伴侣或关系是一个性少数的关系，依照大法官解释所接诸的平等原则，应该要从特别立法的角度，而不是直接修改适用大多数异性婚姻的民法。第三，我针对有委员的版本提出几个我个人的意见。第一，971之1的修正认为同性伴侣的子女要平等适用异性婚姻的夫妻权利义务，但是两者存在本质上的差异，如何平等适用？负责任的立法是要把可能的差异、可能的问题用法律明确规定，而不是用平等适用这样不确定的法律概念，把一切问题留待事后解决。接着，有委员提出了版本1079条之1第二项，他说，法官未来在裁定是不是可以认可收养子女的时候，不可以因性别等等因素做歧视的待认可。这样的规定会让我们疑问说，什么是不得歧视？这个标准是谁来决定？我们法律规定法官不得歧视，那最后是不是由同性来决定法官有没有歧视？如此一来，本来认为被歧视的同志好像就变成最强势的决定者。第三，我们认为除了游委员的版本以外，两位委员的版本有修改许多的称谓，
这些称谓修改的理由都是婚姻平权，用一个中性性的文字去。但是我们回到实际的生活跟未来法律的适用，修改以后，虽然男女夫妻修改为双方双亲、配偶、亲子等等，我们把父母、夫妻、男女都拿掉，但是在同性的伴侣关系中，难道不会有老公、老婆、夫妻的这种认定吗？我们举一个最实际的例子，人工生殖法第二条第三款规定，接受人工生殖的夫及妻，而且是要妻能用子宫孕育生产胎儿，用这一条去规范同性伴侣的话，请问哪一位是夫，哪一位是妻呢？您或许会说，男性的同性伴侣不用适用人工生殖法，那个只有女性的同性伴侣可以适用。那接着我就要跟各位报告，如果这一个论点成立的话，接下来我们要讨论的就是代理孕母这个法制是不是要通过。那这个牵涉的层面就更大了，我们国内是不是已经承认代理孕母了呢？针对男性伴侣要收养子女，要用孕母来成为夫妻的这个父母的这个现象，所以我们认为法律是引导社会走向的一个政策，特别是民法。我没有想到我们念家事法的竟然能够来到大院，因为我们都是在社会最低层、最底层的那个基础的角色，但是这一次的修法真的让我们感觉到这个底层的结构已经受到动摇。恳请各位，我们是不是先透过特别立法，先观察对社会的影响，再慢慢调整？这是我的意见，谢谢。谢谢，感谢叶律师。我们接着请二十一世纪智库协会公共政策与社会研究雷倩召集人发言。主席、大院的各会委员、与会的学者专家，我今天来代表二十一世纪智库跟大家分享我们在过去数年中对这个议题有一定程度的影响。但是首先容许我说，今天所处理的这个题目的确是台湾的深水区，无论它议题本身是台湾的深水区，它的修法程序涉及到立法权的正当行使，以及我国民主法治制度中间的相关安排，也是一个比较少谈的深水区。婚姻家庭制度为社会形成的重要关键，它涉及了夫妻血缘人伦关系中间的设计、保护和限制，它散见在民法的各个篇章中，前面几位的委员都已经说得非常清楚。就以法务部1117的报告来说，如果委员只修这么几条法令，但是影响的法律高达112种，涉及的法条就高达356，包括祭祀工业法、户籍法都受到影响，更遑论刚才前面一位委员他一位发言人所说的，将会影响到人工生殖、代理孕母等等其他的相关法规。如果要修法，我非常同意第一位发言说，我们至少可以思考我们要修什么、如何修、怎么修。它至少可以有两种发言修法的途径，一个是破坏现行制度的修法途径，另一种是不破坏现行婚姻架构的修法途径。而如何在少数权益保障跟多数制度的稳定中求取最大的公约数，是我们今天在这一个公听会中间的发言要旨。首先容许我说，在立法院有源源不绝的提案，请简单的打表一跟表二，这些让我们对于立法委员对这个议题的高度关注和积极立法感到敬佩。但是立法权的确建立在人民授权的基础上，更明确的说，立法委员除了必须有选票授权，更必须竭力行使他的职权。过去我曾经在本院服务，立委行为法中说，我们要恪遵宪法，增进全体人民的最高福祉，这是立法委员行为法第三条；要符合国民期待，不损及公共利益第五条；
并且对于违反公共利益及公平正义的这些行为要承担政治责任，第六条。也就是说，我们国家立法权的正当行使 Just Powers 也是我们这一次讨论的主题之一，并不仅只是立法现在的实际的条文。那么既然要保护全体人民最高福祉，那么必须要知道全体人民目前对于婚姻家庭的态度，容许我就花点时间对2012跟2013年我们做的台湾社会调查中间有关婚姻家庭的部分跟各位做一个报告。这些是我们委由联合报民调中心所做，时间是101年的11月跟102年的10月跟12月，这是五年一度的社会报告中间的主要的一小块关于婚姻家庭的部分。它的样本呢是1625、1111、1088，有效的是在正负误差值 2.5、2.9 到 2.3 之间。首先容许我们看一下台湾人对于性行为的社会期待跟标准。对于婚前性行为，台湾人的标准其实已经非常的宽，有三成的人 28% 到 31% 认为没有不对，说一定不对的约略是 20% 到 24%。接着我们就问婚外性行为，这个议题可能出乎在座各位的想象。台湾人对于婚姻这个架构中间的忠诚期待是非常高，而且极其绝对的，认为丈夫与妻子以外的人发生性行为一定不对的，每一次的询问都高达 75%、77%、79.8%。也就是说，我们今天在讨论婚姻，绝对不是一般的社团组织或者是共修同生各种的情况，而是有一个社会期待跟明显的社会态度，认为没有不对的只有1%到2%。对于妻子与其他的人发生婚外性行为，在我们常常看到小三小四的这样的电视剧的剧情中，各位可能觉得我们的态度已经非常松了，这里的答案是一定不对的将近80%，一定是一个非常强烈的社会期待，认为没有不对的只有0.9%到1.6%。下面一个呢，我们在婚外性行为婚前性行为的这个结构中间也问了第六表六，就是同性性行为，在台湾人的态度里面认为一定不对的有一半，46.3%、51.7%、51.8%，认为没有不对的有26.3%、21.1%与24.3%，说明了台湾社会对于同性性行为的态度其实是相当友善的，也有许多人在社会的挪动中间也有一点改变。我希望在今天我们讨论台湾社会的时候，必须理解台湾社会的光谱，从保守到激进，对于传统价值有不同的捍卫，但是其中我必须说最重要最重要的一点是对婚姻的绝对捍卫。婚外性行为在这个调查中间是最明显的一个趋势。接着我们就顺着刚才的题目就问了大家，认为婚姻是一男一女还是同性别也可以。在这三次调查中，一男一女的当然是大多数，60%，同性别也可以的分别是36.9%、33.2%与33.4%。至于同性婚姻生小孩，男男以代理孕母生小孩，不赞成的跟同婚的很类似，60%，赞成的也有20%到30%。对于女女的态度，也就是以人工受孕生小孩的态度是比较宽松的，不赞成的仍旧是5%到6%，赞成的就比刚才稍微高一点。在以上各点代表台湾在转变中保守、包容、固有价值跟进步开放、多元这种种的混合中，最重要的共识是下一章对下一代孩子的绝对关注。当我们问到说，那么无论你赞不赞成对于同性孩子他被同性恋父母抚养公平不公平的时候，说很不公平的有23.6%、29.2%、29.9%，说很公平的约略是5%。容许我就用这张表来告诉大家，也请你们打出来，就是如果我们看台湾人对于同性这个议题中间，同性的性行为跟婚姻
约略有三成到四成的人赞成。甚至呢，刚才我们所担心的包括代理孕母法、人工生殖的这些题目，也有很多人认为可以给予他们相当的保障。但是对于孩子来说，他们认为很不公平的，事实上是非常的绝大多数，认为很公平的是绝对少数。各位亲爱的朋友，今天我们在讨论的立法中间，绝对不只是限制到我们这一代，事实上它影响到下一代所有的人。因此过去曾经有守护家庭的公投，这个在游美女所讨论的时候也提出来，守护家庭公投的基本概念就是因为它姿势体大，我们必须要明白立法权的界限。草案中间现在我们看到的可能是一部修改简单婚姻定义的法，但是也有很多积极的同运团体在用不同的方式试图去游说主导立法，让我们的婚姻家庭制度不断地在根基上面做极度制度上的破坏。如果是这样的情况，可不可以容许立法权扩大到影响到所有的人？因此当时所提出来的公投就是在问，如果涉及到刚才前面专家讲的民法中间最重要的根基，因为我们都知道民法在安排人与人、人与物之间的关系，如果涉及到它最重要的关系根基，是不是可以先问问老百姓要不要给立法委员这样的授权。这个公投在2015年11月发动，一个月之内有180,000人联署，全台湾368个乡镇市区都有联署人，包含外岛无一例外。而且这个公投虽然在最后因为公投审议委员会认为不符合一事一项的原则而没有付诸全民公投，但是它并不是在实质上否决，而是在程序上否决，并没有遭到公民投票的否决。因此如果大院仓促修法，或者是造成了重大且不可逆的影响，那么人民的公投复决还会是一个选项。最后容许我快快的用一张表来说明我们认为未来的修法建议跟主张。因为虽然许多人说法律只是道德最低的标准，但是我们认为目前所有相关的讨论跟内容，我们必须要更明确的理解国家社会的期待与立法者的任务。所以第一点就是对于同性恋者权益受到保护的部分，譬如说继承、临终医疗、共同收养等等，我们认为可以用权益保障法、单点修法或者是法条转移准用这些方式呢，立即的处理改善，不必旷日费时慢慢的，因为很多人说不能等。可是对于同运团体的修法主张，尤其是改变婚姻家庭制度的部分，我们主张由政府，尤其是行政部门，经过完整的研拟冲击评估以后，以德国制的伴侣制度为蓝本，研拟特别法给予制度保障，而不去影响改变现行的民法架构。最后对于极端性解放者的要求，尤其是损害他人权益的部分，例如废除刑法227，我们坚决反对。谢谢各位。好，谢谢雷召集人。我们接着邀请政治大学法律系江世明教授发言。主席以及在场的委员，还有这各位学者专家，大家早安。那今天来讨论这个议题啊，其实这个议题照来说应该是让人家很喜乐、很高兴的一件事啊，因为这代表了台湾一种对于这种文明、尊严、爱跟尊重的一个象征了。那只是说很可惜，这一些日子来啊，就变成一种剑拔弩张，那各种立场互不相让，那当然就会变成减少了这种对话跟成长的这个一个契机了。那当然是很可惜。对这个议题啊，我在德国，在1998年左右啊，在那边上他们亲属继承法的时候、那时候就很羡慕他们对于这个相关议题的一个重视了、甚至到宪法法院去做一些裁决啊，那时候就很羡慕他们的一些看法了。那当然很高兴今天应该也是走到最后一里路了，
那大家尽量表述自己的看法啊，尽量表述自己的看法，相信这也是一个社会成长的机会。那我今天要表示的是，这个问题啊，它不是纯粹法律逻辑的问题，哦，它不是纯粹法律逻辑的问题，基本上它涉及到一个个人对于文化跟身份认同的问题啊，哦，它涉及到价值观的选择问题啊，选择问题。啊，那基本上如果说对于不同性取向者，对于不同性取向者，你如果说现在坚持说不给予他家庭或相当于家庭的这样一个组合的权利跟机制啊，我觉得这部分应该是有悖于人权的，有悖于人权的。但是啊，是不是说性别平权等同或者包含婚姻平权，这个就会涉及刚才谈的一种各种社会可能有多元的价值啊，哦，会冲击到部分的法感价值观跟文化传统的认同。那当然包括有些国家他们在这方面的进展啊，对所谓传统有时候他们认为说是该抛弃的，哦，那传统事实上也是会有歧义性，但是我是认为传统不用溯及到清朝明朝，哦，那基本上传统就是妈妈的话了，就是从妈妈延续下来告诉你说她的期待了，基本上是一种妈妈的期待了，这种传统。啊，这个传统对很多人来说，他认为这是一个有爱的基础，然后有一个他觉得是一种身份家庭的一个认同了。那这部分我觉得事实上是有尊重的必要了，哦，并不是说这些主张者他就是落伍的。那我们得相信呢，啊，也许现在十几岁、二十几岁的青少年，将来他们成为父母之后，可能他对一些相关议题啊，他可能会有新的教育小孩的方式，妈妈的话可能会改变了，妈妈的话可能会改变。所以这部分我们呢相信，就是说有些是涉及到一个文化形成的过程，文化形成的过程。那这个文化形成的过程适不适合用法律，然后用精英式决断式，不管是立法院或者说大法官？这种精英决断式的一种引导，或者说决断式的一种割裂，这部分当然我觉得就是要去探讨的，要去探讨的。因为我个人认为啊，在各国的对人权的一种保障啊，事实上它是多元而不是直线的，哦，包括对于死刑存废、对于通奸，甚至对于一些人格发展自由，在于德国跟在我国，它的定义跟范围事实上都不是一样的。哦，所以说我是觉得每个国家都必须量身定制去寻找自己一个文化的基准啊。那我对于说是不是要采取同性婚姻制度或同性伴侣制度啊，我个人是提供欧洲人权法院的基本观点。欧洲人权法院的基本观点是认为啊，基本上同性可以建立家庭的这样一个权利是应该被保障啊。但是各个国家到底是要用伴侣制或者婚姻制来保障各个国家有它形成跟裁量的自由，因为每个国家有它的一个文化背景，啊，那基本上欧洲人权法这种多元的宽容的思想，就是在我们国内里面有多元价值存在的时候，我们必须去思考的。那欧洲人权法案认为啊，传统定义底下的一个家庭的，哦，这种概念呢，啊，哦，有些人的这样的认同啊，基本上必须要被尊重了，啊。哎，而且它是一个重要而有具正当性的理由，让各国去订立伴侣法，哦，订立伴侣法。重点在于，它要审查的是事后你订伴侣法之后，其他个别性的一种规定，哦，例如涉及居留、涉及长期要移民的问题，或者说其他税法的问题等等，这具体规定的时候，你如果有做区别，那是不是符合比例原则？哦，是不是符合比例，是不是合目的性、合比例性，哦，这种必要性等等，它是就后端这样来审查，所以这部分就是大家可以去一起去共同面对跟思考的，哦，面对思考的。那对于这一次提出来的法案呢，啊，个人是有一些看法，啊，这看起来好像说它只更动了夫妻或者是父母这两个概念，但事实上它是对于一种它的优点是它的终极性的解决性别平等的问题啊，终极性的，但是它中间涉及的层面非常广，涉及整个社会价值典范的一个重大变迁，那里面可能有一些
你要涉及到其他的法律、户籍法、国籍法，以及依亲的一些相关规定、涉外民事诉讼法等等，都会涉及哦，都会涉及要变更问题。那刑法通奸罪的一些实务上的定义也都必须要加以变更。那另外啊，我比较有疑虑的是，关于主体部分呢、啊，到底你怎么做区辨呢、啊？到底你是同性性倾向者，同性的就是传统上所谓的同性恋者，我们是只处理这一块，还是说像德国办理法，他是市长你去宣誓的时候，只是谈到说我希望终身哦终身的一种照顾支持，他是往这方面去走啊，他是一种你是同性，第一个是同性要件，第二个是你宣誓的是我有两个共同居住，然后是一种互相这种支持。哦，那共居一辈子的意愿是强调这样子啊，所以说我们将来到底有没有包括这一块啊？有没有包括这一块？就是我没有性关系的，我没有性倾向的，但是我只是想要住在一起这一块，我们看不出来我们的现在的草案里面这部分有区隔开来啊。那、啊、甚至将来在实际操作技术面上能不能区隔开来，恐怕也造成技术上非常大的困难呐、啊，非常大的困难。那甚至说另有居心的，只是为了要来居留，要来居住我们这边的入国籍的，或者说其他更不好的想法的这些同性的这样子的操作，到底将来这样的组合，你在这个民法的修正当中，你的婚姻缔结这一块的入口，在入口这一块，你到底要设定什么要件嘛？那是不是有同性倾向的人，那你的婚姻才会有效？那其他不是的，那是无效呢？那这部分事实上，在整个现在你只是动那一个两个字的话，这部分没办法做区隔，因为这涉及到将来你包括同居义务啊，本来的异性婚姻它是有同居义务内涵，还包括性关系啊。那你如果说长久不发生性关系，它会造成的是一种，就会变成有离婚事由。那将来这部分是不是有各种组合，就会不同的区别的一种认定呢？那最后在收养部分是这样的，就是说有四种情形嘛，就甲女跟乙女的话。如果甲女要去收养乙女的亲生子，这部分在欧洲它是往是可以的嘛？那甲女跟乙女要收养这个小孩子的话，基本上它是要取得甲女的同意的。那另外比较有争议的是，甲女跟乙女它要共同收养，哦，共同收养，或甲男跟乙男要共同收养，或者说如何的，哦，那这个部分啊、尤其是涉及未成年人、未成年子女，因为未成年子女他表达意愿的自由度是有限的，我觉得对未成年子女部分，我是认为要慎重考虑，那这部分要去做适度评估了啊。那我还是期待大家能够在这种稳重当中，然后求取国家的更前进步。谢谢。好，谢谢江教授。我们补充介绍哈，现场有廖国栋廖委员啊，以及孔文吉孔委员哈，谢谢。跟大家致歉哦，刚刚有亚洲时代兴业联盟的廖金和廖召集人啊、哦，不好意思，因为比较早来，可能没有签到，我们同仁没有把他记录上，是不是？我们首先先邀请廖召集人来做发言哈、哦，谢谢。各位乡亲士代哈，福乐大家平安哈，真欢喜有这个机会来到这哈。我要甲徐召集委员讲吼，我是南投的囝婿吼，咱顶一届伫阮古仔迄个嫁查某囝哈，咱坐港岛，你可能袂记得吼。我就是哈标准的哈段宜康委员哈，在1月17号哈，伫这个审查会要讲的要表达迄个烦人哈。那今日哈，我唔忙这个立法委员来听听哈，这个中南部来哈。即乡亲时代的心声，哈、哦，我之前有写一张批，哈、哦，给咱的总统，哈、哦，我想讲，哈、哦，十分钟也有够了，哈、哦，我，哈、哦，慢慢来读给大家听，哈、哦，这是我要写给总统的批，哈、哦，嘛，唔忙，即每天朋友，哈、哦，你斗三工作，哦，从这段来破获咱的小英总统，哈、哦，来破获咱的小英总统，哈、哦，这是一群长期默默。为台湾社会奉献的教会公民，致小英总统的一封理性和感性的陈情书。小英总统阁下，居然敢这样直呼总统小名，乃是看见你在过去回到民间默默在一起的日子，靠着一双双紧握的手，贴近台湾市井小民的心情和苦情，
曾经也是靠着一只只的小猪和小额的募款，让您在今年1月16号的台湾十四届总统大选中脱颖胜出，不但获得选民过半的支持，并且成功缔造两岸华人社会首位女性总统。这是我们台湾人的骄傲，深信你也以此为荣耀。特别那一句“谦卑，谦卑，再谦卑”的当选致辞，已传为中外的佳话，余音绕梁，回荡在市民 的心中，久久不能褪去。其实这也正合基督教的圣典《弥迦书》第六章第八节所说的：“只要你行公义、好怜悯、存谦卑的心，与你的上帝同行的意志相通。”本着这样感恩的心情，言归正传，关于最近发生在国会所召进推动的同性婚姻合法化，以及同志运动口中的婚姻平权法案，在此向你表达一群长期默默为台湾社会奉献的教会公民对此议题的震惊心情和坚定想法，提供新政府团队在落实你选前承诺的一个不同思考的角度。第一，多元家庭及同性婚姻并非人权，总统阁下量必已得知，近年来联合国人权理事会速度通过保护家庭决议文，赞成的逐年增加超过反对的，这一点时代潮流的新发展，恳请总统留意。而且决议文正式指明多元家庭及同性婚姻并非人权，这一点也获得欧洲人权法院历届判决的印证，表态国家不承认同性婚合法化并非违反人权。作为一向照顾弱势族群的您，曾数次表态支持婚姻平权，在此我们要表达不同角度的忧心。婚姻平权其实本来是美善的法律价值，彰显在婚姻中两性共治平权的精义，而今同志运动者却大肆嫖取物质在同性婚姻与异性婚姻的平等形式，而忽略了婚姻原本自然天成的本质，即一男一女自然相交结合、自然繁衍儿女、持续繁殖国家下一代的文化社会功能。这一点是所谓同性结合无法完全复制拷贝的，按照我们大法官历届有力的视线，这一点也正是异性婚姻法制之所以接受来自宪法所借助的制度性保障的公共利益最大原因考量。第二个，同性结合不是婚姻，与异性婚姻绝不相等。再次要跟总统你呈报，即或透过现有民法领养机制，异性婚所能提供一个健康家庭自然拥有的一夫一母的亲子协同体系环境，这是同性结合所无能取代提供的。当然他们有心要领养许多失物弃养的儿童，分享完整家庭的天伦之乐，心情上我们可以同理，其愿意分担照顾培育下一代的情操，态度上我们也不是完全否认。但在婚姻的本质上，同性结合不是婚姻，与异性婚绝不相等。黄孟蒙大法官是我的老师，是我的恩师，之前他送我一本书叫做《法学方法与现代民法》，我重新来翻阅学习，我从头到尾没有找到一个叫做平等适用，所以在有委员的提案当中有创新的一个平等适用，大概将来会成为这个一个另类的一个说法也不一定。因此在寻求解决回应同性恋者的生活困境时，要借用异性婚姻，甚至改变原有已相约成熟的一男一女的婚姻定义，创设架构出同性婚姻的立法形成做法，并不符合华人社会固有的天道自然法则，也不符合宪法接触的比例原则。
当然更不能真正有效的服侍同性恋者所谓的相爱情感的需要。第三，搁置身份认同正义，直接妥适规划同性恋伴侣组合的权益保障。同性恋者真正刻不容缓当务之急需要的，在于面对的生活困境，如何适当的给予一个适合其生活太阳的法律地位，去合理保障他们的权益，不是同志运动口中动辄所建构的争取的身份认同或是解除身份歧视。因为台湾作为一个亚洲民主开放国家，占台湾社会极少数人口比例同性恋，并没有受到类似美国社会过去对待黑人的系统性歧视或者是制度性歧视，这也是台湾社会成熟友善的象征及骄傲，深信你都以此为荣。还有第四点是，是不同而非恐同。第五点是，一道生命潜流斐然成就。我要直接跳到第六点来说，立法形成工具的选择，我们必须启动修宪和公投的程序。面对同性恋者在台湾社会已真实出现的生活困境，我们教会公民一向主张在单等修法。倘若总统阁下您觉得这还不足够，那么请你审慎考虑将法务部所已发现的许多单点修法汇聚成一部同性恋者特别权益保护条例，附带公民良心保护条款，确保新法上路之后，意见人士继续享有在宪法上的言论自由、信仰自由和学识自由，并且不受歧视或霸凌、主却刑事责任或不当的裁罚。或者如我国民法法院的德国立法做法，在不变动婚姻基本法的前提下另立特别法，是否要定位为同性伴侣法或直接同性婚姻合法化一步到位。由于我国宪法第七条所借助的是男女平等，以及宪法征修条文第十条第六项借助的也是两性地位实质平等，因此我国宪法的立宪者和制宪者都共同认定婚姻两造当事人的性别组合是指向男女两性，这也是一般市井小民所能够明白的宪法为例。因此若要采用 同性伴侣法，若要借用同性伴侣法或架构同性婚姻法制，恐怕也不是国会党团协商或诉诸大法官事件即可算数。改变或扩张婚姻的定义范围已是高度政治社会问题，必须启动修宪和公投的宪政程序。若贸然照宪推动，非但违反天道自然法则，也完全不合我国的立宪原理。总统阁下，你若是还是心意坚定，心意已决，青睐同性婚姻合法一步到位，那么请你指挥你的行政团队立即启动修宪和公投程序，否则国会未经宪法授权，并违背台湾大多数中南部乡下的百姓的民意，照进通过同性婚姻法案，使你深陷脱线匪宪的政治风暴之中，难保不会有类似去年在国会引爆的太阳花运动危机。国民党政府已经为此负责下台，聪明敏锐稽查民意，深信你不会重蹈覆辙。最后，鹰派革新计划纳入健康家庭主义化政策。最后，盛愿你在关乎国本的婚姻家庭议题上，能够换一个角度思维，不再是依归已出现偏颇扭曲的性别主义化政策，能够适度改正参酌健康家庭化的政策，为台湾下一代的前途精心破划百年大计。兑现你在就任的时候所向我们发出的下一代愿景的规划。以上报告完毕。好，谢谢，谢谢廖召集人。接着请高雄医学大学的医学系精神科严正芳教授。
主席，那我们在座各位同仁、各位先进，大家好。那我是高雄医学大学医学系精神科严正邦医师。那我自己除了是学校的老师之外，我同时也是儿童青少年精神科的专科医师。那我今天要跟大家讨论的一个方向的话，是以比较是以实证研究的结果哈和这个结果的数据哈来讨论这个同性婚姻和同性家庭生养孩子啊这样的一个议题，可能对于我们社会带来的啊这个影响是怎么样哈。那我想还是要回归到人呐哈。那因为我们的法不管要修不修，都是在于人哈，要协助一个人过得好哈。那所以这个是一个需要回到人的一个角度来看啊，请看下一章。那这个我们知道说现在大家都知道说同志的族群的话不像以前想象的那么少。那过去是因为我们的社会对于同志有相当多的偏见和压抑，那所以很多人的话不敢呈现啊他自己的一个性取向。那在目前那个调查，不管是在美国啊或者说我们台湾啊，自我标定性取向是同性恋好这样的一个这个人数的话都相当的多。不过老实说，今天即使我们台湾只有10个、100个说他是同性恋的话，他的结婚权也不应该被剥夺。啊，你并没有因为说这个你异性恋的人有相当多，他并没有啊这个，比如说因为某一些因素没有办法生育，你就剥夺了他的一个这个结婚权啊。我想这个是从很容易的基本的哈概念，大家就可以知道。所以从医学的角度来看的话，并不是人数少就应该被剥夺某一些的权益哈。请看下一章。好，那这个我们专业的哈，我们毕竟我是医师哈，还是要从医学专业来看哈。那我们医学专业来看的话，不管世界医学会啊，世界医师会，或者说我们台湾的啊这个医师工会，都已经早就公告了哈。公告就是说，同性恋不是病。好，那我们世界精神医学会还有我们台湾的精神医学会都已经公告就是说同志要被视为，而且应当被视为社会中重要的一份子，具有和其他公民完全相同的权利和责任哈，蛮重要的哦，完全相同的权利和责任哈。那同性的一个性取向本身不会造成一个人心理或者说健康或社会适应上面的问题，会受到影响的是，如果这个社会对他的歧视、他的偏见的话，这个会造成不管是同性或异性的人的话，都会有一些身体健康、心理健康的一个问题。请看下一章。好，那所以其实我个人认为啦，医学跟宪法立场是一样的哈。那对于人权的重视的话，是一律平等的，不分性取向的。好，我想这个回归到宪法，这个我想是没有人可以否定这一件事情哈。那请看下一章。那所以在医学的角度来看的话，修改民法让同志享有和异性恋者相同的婚姻权利和责任，很重要哦，责任哦，好，是消弭歧视积极的表现。那为什么从我们医学观点来看的话，不需要也不适合也不应该以一个所谓的专法所谓的一个特别法来定这个婚姻的专法这个同性恋那个这个婚姻呢那因为这个很明显就是一个歧视嘛那大家可能会说你们这个对面就有一间台大的儿童大楼、儿童医院那这样是不是对儿童这个也其实有一些特别法啊？那如果大家去儿童医院看的话，就会知道为了这个儿童医院，台大付出多少的人力、多少的资金。好，也就是说，今天如果要成立特别法或专法的话，除非他在立足点上面是保障、提供更多的一个协助给同性的性伴侣的话，如果没有，比如说，那同性性伴侣结婚了，依据这个专法的话，减税，或者是说给每个月20000元的一个补贴。如果都没有的话，那不是歧视是什么？好，请看下一章。那所以回归到医学我们医学的看法其实这个我们在读医学的人都知道，新英格兰医学杂志是我们最好的医学的杂志之一其实是就是最好了它在2013跟2015年都已经提出题目非常的直接，好，同志婚姻是健康的良方，意思就是说。同志婚姻的话，可以帮助同志婚姻同志的族群的话，获得良好的身心健康我想这个就是医学的一个支持。请看下一章。
好，可是我想大家可能就会问说，啊，你是儿童青少年精神科的专科医师，你会不会担心同性婚姻啊？做通过之后会导致在这个青少年族群的性解放呢？好，我想大家都听过这样的一个疑问。针对这个疑问，老实说我一直烧头发，烧到头发都变少。我实在想不出为什么同性婚姻通过之后会导致异性恋的青少年的性解放。那这个，所以必须要强调，这个如果说修改民法之后的话，同志和异性恋的一个婚姻是相当受到相同的保障和约束的，我想这一点是蛮清楚的。可是再回到我们现在并没有同性婚姻，我们的性解放的状况是怎么样呢？我想大家都蛮清楚，不知道大家清不清楚。2014年立新基金会的统计，我们台湾的这个2012年的内政部的统计，就是我们100个婴儿里面的话，就有5个是未成年少女生出来的。2014年立新基金会的统计，台湾未成年的青少女生孩子的一个比例的话，是全亚洲第一啊。也就是说，你今天没有这个同性婚姻，那事实上，现在的状况就已经是性解放，已经是不良的一个性教育造成很不好的后果，所以我们必须要从性教育上面去着手，而不是说去阻止同性婚姻的一个通过。好，请看下一章。那我们来谈那因为都会提到，就是说如果同性婚姻的家庭生养孩子的话，他的是带来的结果是正向还是负向呢？这个报告已经很多了，我们不需要再去想象了，因为在台湾的话其实是没有这件，目前是没有合法，可是国外的经验可以告诉我们很多。请看下一章。就在上个月2016年10月的话，美国最新的一个研究报告出来了，他就是说这个最新的研究追踪5年的时间，从学龄前追踪到学龄中，不管是同性家庭或异性家庭，哇，这么快哈，他的一个这个生养孩子的一个这个品质的话是没有差异的。请看下一章。不只是最新的研究，过去几十年的研究的话，绝大部分的研究结果其实都支持同性婚姻生养孩子的话，其实是有它的一个正向的。请看下一章。好，那所以这个再请看下一章。好，来，请看下一章。因为时间的缘故，可能必须要跳过，请看下一章。好，那我们就有很多的迷思就是说被同性婚姻的家庭收养的孩子，那会不会被社会歧视影响到他的发展啊？请看下一章。那在中研院有一个最新的一个调查，从1995年到2012年，台湾民众对于同性那个性行为和性取向这样的一个接受的程度，已经逐年的增加。那其中比较没有增加的部分的话，的族群的话，包括像是基督教徒等等的。所以，请看下一章。所以我们必须要去禁止、取消对于同志的一个歧视。最积极的一个做法的话，其实在他的一个婚姻权上面的一个保障，这是必要的。第二个，请看下一章。那被同性婚姻家庭收养的孩子，会不会因为缺乏单一的一个缺乏某一性别的一个家长可以学习，所以呢发展会受到影响？请看下一章啊。那事实上，很多研究的话都显示不会啊。也就是说，今天爸爸妈妈都是同一个性别。或者说异性出来的孩子，他在发展上面是并没有差别的。好，请看下一章。这其实也部分解释了，就是说我们现在台湾其实非常多的爸爸都在中国，可是我们的孩子其实在性发展上面的话并没有差异的。好，请看下一章。所以因为这么多的一个证据支持，在2013年，美国小儿科医学会就已经正式的公告，就是支持同性婚姻收养孩子。那所以我最后的结论就是说，从基本的人权平等对于同志方面的方面这方面来看的话，台湾应该尽速的修改民法，通过同性婚姻，然后尽速的让同性婚姻家庭生养孩子，那停止对于同志家族群的基本人权的剥夺。那以上是我的报告，谢谢。谢谢，感谢严教授。我们接着邀请中正大学财经法律系的曾品杰教授发言。那曾教授发言完毕，我们先休息5分钟。好，谢谢主席以及各位先进今天很荣幸受邀来这个同性婚姻的这个公听会，
那我想就针对呢第一个主题，就是第一个子题啊，就是我国现行的民法婚约的当事人仅限男女双方，使同性伴侣间的权利义务呢未受民法规范及保障，应是否应该要修正民法或另立专法哈，以及满足他们对组成家庭的期待这样。那对于这个问题啊，我想我是现场哦少数真的是教民事财产跟身份法的学者了哦。那我在这里要说，在我国民法哦，组成家庭的方式有两种，一种是透过呢通常的男女婚约，结婚，男女结婚成为夫妻来组成家庭。那组成呢，这个民法1122条所谓的家，就是以永久共同生活为目的而同居的亲属团体。但是在我国民法还有另外一种，就是透过民法1123条第三项，虽非亲属而以永久共同生活为目的同居一家者，视为家属的规定来组成家庭。所以在我国组成家庭有两种方式。所以在两个同性伴侣之间，不管是男男或是女女，在不违反公共秩序、善良风俗的前提下，若以永久共同生活为目的同居一家，事实上是可以的，现行法就可以视为家属。所以呢，在这一部分呢，我国这个最高法院20年上至第688号判例就说了，以永久共同生活为目的而同居一家之人均为家属，所以其实呢，他们就完全受到法律上对于呢家属的规范跟保障。所以我个人会倾向于哦，这向主持人提出，就是今天的讨论提纲哦，怎么可以说我国现行民法使这个同性伴侣间的权利义务未受法律的规范保障？事实上是有的，而且你有家属身份之后，民法1114条就负抚养义务。当然，在法律政策上，是不是对于这个同性伴侣在那个医疗探视、手术同意书的决定权，以及民法1149条的遗产酌给请求权，是不是要赋予他们呢？再给他们权利多一点吧？我觉得这个在立法政策上是可以讨论的，是可以讨论的。所以，这个两个同性伴侣呢，如果要组成家庭的话，其实哦，在我国现行法，我个人认为不用修改民法或另立专法，只要呢已经成年者由本家分离，自为一家自立一户，以永久共同生活为目的同居一家，依民法1123条第三项之规定，即均为家属。好，那所以呢，接下来我要谈的就是说。我个人觉得，在我国宪法第7条的这个平等权，特别是呢，这个数号的这个，比方说大法官释字第721号、727号解释哦，他就提到呢，这个宪法第7条平等权并非绝对机械的形式性平等，而是保障人民在法律上地位的实质平等。立法机关基于宪法的价值体系及立法目的，自度斟酌。规范事物之本质差异而为合理的差别待遇。好，重点来了，法规范是否符合平等原则的要求，应视该法规范所以为差别待遇的目的是否合宪，以及所采取的分类与规范目的的达成之间是否存有一定程度的关联性。如果该规定所以为差别待遇系属正当，且所采取的手段跟目的的达成具有合理关联的话，其实这个就跟平等原则无违，比方说释字727号解释就是这样子。那本人认为哦，这个既然我国宪法第7条还有这个宪法增修条文第10条呢，第6项哦，你就可以看出，其实我国宪法上的性别平等原则系促进男女两性地位的实质平等作为核心内涵，作为核心内涵。所以呢，如果我国对同性恋者的权益保障哦，因为可以适用民法1123条第三项的家属保障模式而获致一定程度的保护，则立法者其实就是针对男女的生理性别与心理性别的差异呢，依生理性别的男女结合具有自然繁衍生育子女的可能性，形成亲子关系；而同性结合男女自然生育这个的事物本质的分类差异，分别设立以男女生理性别为基础的民法亲属变的婚姻制度，就是今天要提的，就是婚约、结婚、父母子女等规定，以及以心理性别以及其他非婚关系为特征，勾勒出一个1123条视为家属的这样一个呢机制，赋予一定的身份保障以及呢这个抚养的一个权利关系。换言之啊，
这个在男女两性结合的这个婚姻制度，它具有呢包含这个自然繁衍、养育子女等社会性功能哦。那我国现行的婚约、结婚等婚姻当事人限于生理上的一男一女，这个跟我国的这个婚姻制度包括但不限于自然繁衍、养育子女的规范目的达成之间，是实际上具有紧密的关联性。如果立法者因应同性结合、爱男、自然繁衍与养育子女的本质差异，而跳过民法上的这个婚约、结婚、父母子女等章节，而直接呢跳到民法1123条第三项哦，直接把两个人间的关系呢啊把它视为是家族关系，这个应该可以评价哈，我国立法者基于宪法上注重男女两性平等的价值体现，它斟酌了生理性别跟心理性别在事物本质上的差异。然后呢，以及对国家人口的贡献、促进公共利益的程度的不同，而给予呢跟同性结合不同的这个差别待遇。那我个人认为这是立法者的形成自由，这并没有违反宪法第七条这个平等权的保障哦。那接下来我要讲的是针对这个同性伴侣关系的配偶化，那对我而言，事实上现行法已经可以规范123条第三项，所以呢，其实现在的提案是配偶化的问题，配偶化。那我觉得这个问题涉及到人民呢，这个日常生活呢，甚至哦，需要得到多数人民的认同，才会有实质正当性。我在这里讲一件事就是了，日本民商法在呢1924年适用在台湾的时候，就身份关系的事项优先，仍然优先尊重台湾百姓的一个习惯，并不强加全面实施日本法制。那我个人认为哦，对于现在这么爱台湾百姓的政府而言，难道你现在推这个同性婚姻法案，你对本土百姓的尊重程度能不如100年前的日本政府吗？我觉得其实这是可以思考的。所以呢，我认为在同性伴侣关系配偶化的法制方面，并不适合以制定了未获多数人民认同的身份关系法律作为社会变迁的手段工具，否则其实这就是以少数人的性别的意识形态霸凌多数淳朴的台湾乡亲。我个人认为其实它的本质不是婚姻平权，这其实是透过法律手段的性别霸凌，也就是用自以为进步的性别意识形态来压制别人。那对此我其实会比较倾向于这部分应该容留呢这个司法的裁判累积到相当案例之后，再是有没有必要来加以规定啊，也就是说身份行为的法制化需要循序渐进比较妥适哦，这是我个人的看法。那刚才这个第二个问题哈，就关于这个在立法院所提出的这个修正草案的部分哦，那我个人基本上会比较倾向于比方说这个在场的这个有没有女立委的这个版本，其实比较倾向于形式平等、机械平等的这个氛围啦哦。那我大概讲两点就好哈，就是关于比方说尤立伟提到的这个971条之一，其实呢，他删除了就把971之一跟972了哈，其实他删除男女，那我个人认为，其实这个是征收剥夺了大多数台湾百姓哈对婚姻制度是男女夫妻的这个家庭认同的这个，也就是说，其实这是一种征收。这是用征收剥夺。那第二个，你把这个同性伴侣共同收养子女当作是同性伴侣的平等权，这个是有可能让未成年子女的利益成为权利课题，是有可能损害子女最佳利益的。那关于这个尤立伟在这个草案里面的说明，有提到这个联合2007年联合国人权理事会正式发表的这个日惹宣言，我认为这个其实也是有问题，因为你如果具有国际法上的效力，要么就是国际公约，要么就是习惯，这个其实就是呢20几个学者，然后开一个学者研讨会，然后有一个共同声明，你把这个共同声明当作是联合国人权理事委员会正式发表的原则，我认为这个是有问题，在立法里有讲这个其实是不太适当。那至于这个尤立伟所提到的这个973条、980条关于这个订婚结婚男女差2岁的问题，我认为其实我国立法者是基于女生的生理跟心理发展比同年纪的这个男生早熟2到3岁，我觉得是这个因素。所以除非我们今天在立法政策上就决定追求那种机械性的形式平等、齐头式的形式平等，否则我认为从实质平等的角度来看，其实973跟980还是尚待斟酌。至于最后一个，
这个1079条之一关于那个反歧视条款，收养的反歧视条款，我个人会比较倾向于其实这个有一点此地无银三百两，其实也应该让法官哈针对，就是说性倾向或是说这个所谓的这个单一哈性别，在一个单一性别的家庭结构里面成长，是否有碍于子女的身心发展？我觉得这个其实是让法官综合考量，不适合增订这个反歧视条款，这反而让同事收养有可能因此成为其实比较强势。谢谢。好，谢谢曾教授的发言，我们在这里先休息五分钟。
好，OK，是，公文是到了，
好，我们马上要开会了，我们请媒体还有各位委员就坐。好，我们请胡博彦教授发言。好，主席，在座的各位女士先生，各位先进，大家早安，我是东吴大学法律系胡博彦。相较于前面几位的先进哦，上台发言前要先说明他代表谁，或者代表或者什么专长。我只能代表我自己。那我看了一下今天的名单，我恐怕是到场少数的宪法学者，就像我们刚刚曾老师他长期以来在民法上面的贡献一样。那长期以来我们的研究专长是在讨论宪法的问题。刚刚有先进有提到说，这次的修法是一个草率的修法。实际上来讲，如果我们相较于我们长期以来对立法院修法程序的观察而言，我必须要很肯认这件事情是长期这次的修法其实是一个比较慎重的修法。我们如果会发现，为什么刚刚主席有跟我讲说，为什么司法法制委员会要放在三楼？因为司法法制委员会是一个很冷门的委员会。大家都不注重它。实际上来讲，此前我们在民法修改夫妻财产制的时候，那个对人民的影响大不大？大。可是每一笔报道数都不多，不多。通常是过了之后，他才发现哦，原来夫妻财产制是变化的。所以实际上来讲，我们民法刚刚也有先进有提到说，民法这次的变动非常的大。可是民法亲属编从民国74年以来，总共变动大概18次左右，是少数修法比较多的法律规范。我自己的专长行政程序法都没被修过，我们次长在那边就赶快送一送哈。那所以这个部分其实很显然一件事情，其实立法院花了很多心思在讨论这个问题，而我们其实有很多公开的资讯可以了解到，我们今天其实是要针对同性婚姻与否来做这个决定。所以呢，有些外面有些误解说，例如像我们以后修了法之后，很多称谓都不能用。实际上来讲，像老师这个称谓不是法定的称谓。老师的称谓只有在家事事件法不小心被写进去，恐怕是司法院那时候定的时候立法错误，因为我们正确的名称是教师、教员跟教授。可是我们总不能跟人家讲说，不要再叫我老师了，请叫我教授。这样的话，人家会说你太骄傲了，是不是？因为这是一个没有办法利用法律的规范的方式，直接去改人家的一般的说法，这个是大家所显然认同的事实。而我们这次呢，我们在外面的很多这个懒人包可能有一些误解，说我们同性婚姻通过后可能会造成少子化或诸如此类的问题。我想这样的一个立法过程的评估，就如同讲说我们降低投票年龄会让民进党拥有执政一样的草率。我们必须要直接问的是，同性婚姻通过后所影响的人数，以谁被受到影响，这才是我们这次要讨论的重点所在。而我们其实在座这一排看起来每个人的意见不一样，我刚刚看到我隔壁的这个谢启大委员跟我对面的世昭会法师两个人的那友好程度真是把我吓到了。我们其实不是仇恨感，我们其实在讨论对这个国家到底制定怎样的法律是正确的。而刚刚有很多先进提到说，我们这样会不会改，会不会说对家庭定义做一个毁坏？实际上来讲，我们这次修法，我们是扩大家庭定义式的修法，也就是把原来传统的家庭定义当中去把它做一个扩张性的，让它做一个不同的变化。而此前有我们有几位先进有提到，我们大法官诸多解释当中提到一夫一妻制的问题，我必须要讲，因为我们不管在以前的两公约或是什么，此前在想象性别问题当中，我们确实就只有两性的问题想象。不相信，我们有一部法律叫性别平等工作法，以前刚开始叫什么？两性平等工作法。而我们今天就是要改变这个结构嘛。所以如果我们再回到旧的环境讲说，这是留在一夫一妻的话，这只有一句话可以形容，这叫做拿明朝的剑斩清朝的官啊！我们就是要改变这个旧的制度结构上面，要去讨论这样的问题。所以我们必须要去很深刻了解到说，为什么我们要制定的本质上面而言，婚姻的本质到底是什么？我相信在座可能会有不同的见解、不同的学说，而我在这里会认为，婚姻的本质为什么要把它做单纯化、纯化的解释到两个人去做自由决定？当然，有人会认为说，这样的是不是说一个人跑去跟物
结婚算不算结婚？这样的话，这个突破就变成权力主体跟权力客体的结合。这个变革恐怕到现在不会有人去接受这件事情。为什么？因为这个变革会更大。而如果我们不纯化他的思想是一个两个人的结合的话，我们还面对一件事情是在有些国家当中，有些人的习惯法想象是不能嫁给异族的人，不能嫁给异性宗教的人，也就是这一个本质的想象会变复杂。所以我知道大家对这个本质想象是不一样的，所以我把我的想法提出来给大家。本质想象就是一个人应该要跟另外一个人去做结合，而有了这样的本质想象之后，我们再来讨论应该怎么限制他的问题。可是如果你要怎么限制他，我们刚刚我们有多位先进者提到，就必须要面对要正当化的事由，要有比例原则的问题所在。而这个部分，这样的有序的讨论才会有意义。而有些我们的先进认为说没有办法修法一步到位，所以我们提出了一个生活伴侣法，仿效德国的这样的一个 Lebenspartner Gesellschaft 这种 Gesetz 的想法。德国2001年提出这个法律的时候，是在当初没有各国其实很甚少在讨论这件事情的时候，德国勇于去讨论这个议题。别忘了一件事情，德国基本法的前言当中是给基督宗教有一个定义的定位在里面的，而德国的基督宗教当中确实也在国家当中有一个公法人的不同的角色在里面，所以他必须要回应基督宗教在这里所产生的问题。而这里的问题在我国的宪法解释当中不会产生。为什么不会产生的缘故是因为我们宪法当中没有提到，我们宪法强调的宗教自由在这边全然是落实，因为我们没有西方的那一个问题要去面对。而德国2001年，我们刚刚有学者有提到说要我们要看2011年版本，因为它是历次的修法，因为2001年并没有给同性伴侣相同的法律地位，只是说有一个类似的法律地位。而在联邦宪法法院督促的要求之下，让他要有一个平等的权利之后，才在历次修法当中做不一样的改变。而这样不一样的改变，造成后来其实有人就觉得，你都把它修成一样的，为什么不直接跑到法律里面去做讨论？确实也有人在质疑这件事情。所以刚刚有先进提到德国的人，德国是在2000年的那个环境之下做这样的一个推演性的进步。这跟我们现在目前要面对的想法，是不太一样的。而回到我们宪法解释上面，我们如果要回应说大法官在诸多解释上面提到的一夫一妻的问题，我们必须要面对一件事情：大法官每次在诸多解释当中，他可能要回应的是什么事情？他要回应的是237条，他要回应的是哪一个条？239条、27条不同的条文当中，所以又在那个结构面之下，他做这样子在解释流苏说，我的想象是这样子，因为我们在旧的法治规范里面，他并没有放进去这样的一个法治，而我们现在就是一个对未来一个想象的一个立法。一个人如果人拥有相同的权利，确实我们应该要在一般性的法律规范去规范它。我们有先进有提到说是不是另立一个法律，我们现在有确实有另立先进的法律，就像身心障碍者权益保障法。容我提醒，这个绝大部分都是所谓的优惠性差别待遇，反而是倒差别，要给他们一个差别待遇。而这样的想象，你要附理由给他们一个差别待遇。好，在此，好，谢谢。好，是。没关系哈，我们今天的议程安排是先邀请这个学者专家能够来先表达哈，后续我们还会有我们的这个出席的各机关也会来做表达的立场哈。啊，我们在这里先谢谢刚刚发言的胡教授，那我们接着来邀请同志父母爱心协会的郭妈妈召集人赵正仁发言，谢谢。抱歉哈，那个麦克风，谢谢。主席好，委员还有各位先进大家好，那我是同志父母爱心协会的郭妈妈，当然我是代表很多同志的家庭父母还有亲人，那我们赞成尽快的修法，
因为同志已经等很久了，这并不是仓促的，我们已经等了几十年了，而且我们也觉得对于所有异性恋的婚姻制度生活都没有任何实质上的影响。因为我是两个孩子的妈妈，我已经结婚33年了，我们幸福美满。那我老大是15岁就跟我出柜的同志，他现在已经年过30了，他有稳定的工作跟交往7年的女友，全家都认同他的身份，包括我90岁的婆婆，他的阿嬷。那我们也很希望他能够合法的结婚，能够以爱成家，完成人生最重要的这个阶段，更期待他能够有小孩，让我也能够当阿嬷。那这个很单纯平常的小愿望，我们不知道还要再等多久。那我自己的背景是从民国93年开始，有幸跟同志咨询热线一起，我们服务了很多的同志跟爸爸妈妈。到民国100年，我成立了同志父母爱心协会，我大概是少数的异性恋能够认识很多的同志跟他的家人。那同志教了我很多，那我在这个领域服务已经超过12年了。那我当然是照这些面对面的接触，实际的了解比躲在书本跟理论后面可以学到的是更多。那有很多的朋友都跟我说，看了这次的修法，大家很受伤。也很多异性恋的朋友说，哇，好像感觉以后要规定异性恋要跟同性结婚了吗？真的没有的。因为其实同志比其他很多的异性恋的朋友更能够肯定家庭的价值跟婚姻的制度，所以我们才愿意接受这样子的一个完全一样的条件去加入这个行列。像刚刚学者说的，我们是一个扩大性的修法，不是吗？我们不是相信有爱的地方就有家庭，有爱的地方就是天堂吗？那为什么会否定同性的朋友有爱的权利，有追求幸福 的能力跟资格跟权利呢？这几年的纷纷扰扰，其实同志的朋友 很痛苦，我们的家人更痛苦。那所有我们在追求的其实只是一个选项，而这个选项是所有人都是非常轻松平常就可以获得的。那真正肯定家庭价值跟婚姻意义的，事实上是很多的同志朋友。为什么不让我们大家一起来努力？当然各位都有提到社会的乱象很多，我们也是属于一夫一妻、一男一女、一父一母的家庭。我觉得在这个过程中有很多不是这样标准家庭的人，譬如说单亲、隔代教养、继亲或者是不婚不生不孕的朋友、离婚的朋友，他们也受伤了。特别是他们是无辜中枪的啦，可是我同样也对他们感到非常的抱歉。我觉得同志的朋友，我们有能力，我们有愿意承担责任，跟所有社会大众一起来帮忙这些弱势的家庭。同志虽然是少数，可是我们从来不吝惜关怀其他的弱势。各位可以在社会报道都可以看得到，所有的活动我们都有去参加，我们都有在关怀，我们也有长期在关怀这些真正弱势的家庭。我们愿意加入这个行列，跟大家一起努力。我们是盟友，而不是敌人。我们这几年下来观察到，反对人士的焦虑跟恐惧是真实的，非常需要被大家同理。最主要的原因，除了宗教因素，实在是因为大家对同志的了解不够，缺乏正确的资讯，甚至没有足够的资源冷静而理性的来面对认识同志。这一点我觉得同志们是责无旁贷的。我们愿意，我们讲句公道话，其实同志的议题对一般的异性恋来讲是有一点复杂的。譬如说这次的文宣里面，大家看得到包括性行为、性身份、性倾向，真的是对一般的异性恋来讲是有点复杂，大家会混在一起。混在一起的结果就是会引起不必要的恐慌，如果再加上刻意的扭曲跟误导，
就会一发不可收拾了。这样的恐惧如果无限上纲的话，直到超出理智的范围，对大多数善良友善的人是真的很不利的。那我们愿意帮忙，如果这些能够减少这些无心的语言所造成难忘的伤痕，其实对很多文宣来讲只是几句很轻巧的话，可是对于我们同志的朋友、同志的家人都是非常非常深刻的伤害。那所造成的社会的对立让大家都是输家，而且我要提出来，我觉得受伤最重的是反对人士，你们的亲朋好友。大家都知道同志无所不在，其实就遍布在你们的周围。这一次有人上街头的时候，有一位孩子，他还是高中生，跟他的爸爸妈妈一起来参加，他跟我们的朋友投书说，我真的很痛苦，被迫在那里听了一天，我们觉得我们更同情跟同理这一些你们的反对人士的周围的亲朋好友，因为他没有办法跟你出柜，可是他也是同志。那我们对于怎么样认识同志，有一个很常年有经验的观察，就是最有效的方法就是面对面的沟通对谈。很诚恳的在这里邀请大家一起来聆听同志刻骨铭心的亲身的经历，一段段生命故事的分享，可以让我们体会到，不管他是先天的还是后天的，不管他的比例占多少，都是很重要的。刚刚有学者提到，即便是十个人、一百个人，其实我们都值得为他花一些心力，因为就是这些人是真正的生活、生命跟他们的幸福。异性恋如果是天生的话，那同性恋也是天生的。这是我多年的观察，如果你觉得同性恋不是天生的，那异性恋又何尝是呢？其实这真的不是很重要。我觉得彼此认识、彼此了解才是社会进步的第一步吧。所以我要在这里强调说，我很感谢这些同志多年的付出，让我们很多人都学到了很多。尤其很难得的是，所有的同志他能够走到今天，他要花很大的努力去认同自己、接受自己。我很感谢他们能够这样做。孩子们，你们都受苦了，我们自己、我们这些家人也一起受苦了。我觉得你们用自己的生命故事告诉我们，有爱的地方真的就是有家庭。我谢谢你们能够爱自己。接下来呢，我有想到一些爸爸妈妈，他们跟我们一样很爱自己的孩子，也很想要保护孩子，可是真正的教育是希望他们能够认同自己的身份，真实的身份，能够接受自己的身份，然后去同理跟关怀跟接纳其他跟他不同的人。我觉得这才是教育的真谛，而不是一直在分你我。那这样子的疑虑其实是来自很深层的恐惧，就是同志是比较不优秀的，同志是比较不正常的。我觉得如果大家都突破了这一点的歧视，我们才可以真正的来看待如何来立一些对大家都有利的法律。所以我还是要重申一次，我们希望能够让同志合法的结婚，让我的孩子能够成家。谢谢大家。好，谢谢郭妈妈召集人。我们接着邀请基督教国际火炬先锋侍奉关怀协会的辛迪波拉理事长发言。主席以及在场的委员、专家学者们以及媒体们，你们好。我是牧师，我同时也是妇女团体的成员，我长期关心社会的现象。而我们说到宪法征修条文第十条第六项，他提到国家应维护妇女之人格尊严，保障妇女之人身安全，消除性别歧视，促进两性地位之实质平等。这是由于过去台湾是父权时代，男尊女卑，
所以造成妇女在很多的一些情况下没有办法得到平等的对待，所以有这样一个性别平等法的这样的一个宪法的一个征修法。那它的本身的这个它的意义，它的实质的意义跟精神，是要消除男女两性的这样的一个歧视，而且是要促进两性地位之实质平等。那然而呢，现今的性别平等法逐渐偏离了这个本身的它的一个实质的意义。我举个例子来跟大家说，在今年的八月，我们在媒体在报纸上，当我看到台大它的考题因为违反性平法竟然被教育部罚款30,000，我们非常的讶异，因为它的就是它的考题申论题的题目是写着说，家庭是由一男一女、一夫一妻组成的，而这样竟遭台大学生去检举，向教育部检举，而竟然被罚款30,000块。我们觉得不可思议，怎么会有这样的事发生在台湾？我们最高的教育的这个机制，教育部竟然公然的违反我们现在的民法亲属篇。婚姻清楚地讲的是男女当事人，我们现在所有体制，我们是不是每一个都是一男一女我们生出来，而且我们是在这样的法治，在这样的婚姻制度，我们是不是都是这样子成长长大的呢？那为什么要去罚他？他有什么理由去罚他？他用性别法去罚他吗？我觉得这个是一个原则问题，所以我们很多人看不过去了，所以我们就打电话到教育部，我们去抗议，然后我们打电话到台大，我们跟台大说，你们要申诉，你们今天申诉不是为你们个人申诉，你们要为所有现今在台湾，我们是在这样的一夫一妻婚姻状态的这样的所有的台湾百姓来申诉。因为当教育部来罚他30,000块的时候，就是在罚所有我们在现今这样一夫一妻一男一女，我们在实际这样的一个状态中的百姓，你们在惩罚我们。所以我说你们一定要申诉。然后然而在这个10月底的时候，我听到一个消息说教育部把他退回去了，理由叫做无理由，当然他没有理由啦，他没有，他讲不出理由，说无理由把他驳回，把他退回。那我就打电话到台大，我去要印证这件事情，就台大里面的可能是秘书他们接的，就他们就跟我讲这个事情，他说是他们被退回。然后他跟我讲的时候，他很小声的讲，他很紧张。我说为什么？他说他怕给学生听到又告他，会控告他。我觉得台大是我们台湾最高的学府，而竟然我们讲这样的事情跟他去讲的时候，他要害怕学生去告他。我觉得我们是不是又回到了白色恐怖呢？我觉得不可思议的是，我们现在都是一男一女，我们这是天经地义的事，为什么要罚他？我要请教育部给我们全民一个答案。你我们在这边所有我们所坐在这里的人，是不是我们都是一男一女生出来的？这样生生不息的自然，大自然的法则是没有人可以去推翻它的，我们不可逆天而行。所以当这样的时候，我觉得太不可思议。我是想说，我们的国家、我们的教育部、我们的教育体系是不是生病了？而后来我还发觉说，竟然学校现在讲一男一女、讲一夫一妻要被罚，要不能讲这个要被罚，要教导是同性，很多关于同性的这样的一些的思想的一些的这样的话题，你不能再讲一夫一妻，难道我们失去了言论自由吗？我觉得这是太不可思议。我想讲一下，现在我们看到同运，你知道世界同运组织他们在各个国家在做游说的工作，他们用经济，然后用裁员来支持，而且他们提供很多的方法帮助那个国家怎么样在他们的法律上能够来通过，他们有一个整体的作战计划。我们看到现在同运团体他进到学校，他教导同性恋养成教育，他们说男的不见得要喜欢女的，男的可以喜欢男的，女的也可以喜欢女的。我觉得这是一个
不是很健康的一个教导，然后还有就是有组织有计划的影响台湾，很多同运分子进到学校里面去做教导，而且同运团体同志咨询热线也进到国中生去 做宣导。我们知道现在他们在教导有讲到什么性别探索，这个叫情欲探索，你知道吗？前一阵子就是有小学生一男一女牵着手到厕所里面去探索他们的身体，探索他们的性敏感带，他们对着他们的性器官在那边手淫，然后发生一些事情，然后学校发生这个事情让家长跳脚。我在讲到说，在2015年，我们知道在去年的时候，我们发生在同志大游行，也就是说，10月31号的时候，有个同志大游行，讲到年龄不设限，倡议儿少性无罪，废除刑法227。我相信你们都有看到，知道这个事情。那是在那个的前几天，有世界最大的同性这个组织他们来到台湾。他们要做台湾，要把它当作一个性解放的一个白老鼠。他们在就是说有一个计划性，因为他们发现台湾是对同性恋是最友善的，在欧洲他们地方是他们要推动，他们都不敢推动到多元成家，但是他们发现台湾是一个可以实践他们这个野心的，所以他们就做了一个这样子一个来做一个计划，把台湾当作白老鼠来做。这个性解放的一个国家来展示他们的成果，我希望大家的媒体都要知道。那我最后因为时间的关系，我要讲的是今天正好是11月24号，是感恩节，我很高兴我们大家可以来摊开来讲这些的事情，那表示我们是一个公民开始觉醒，我们可以大家我期盼媒体也能够让读者有知道的权利，能够公开的把很多的事情还有问题可能发生的疑虑能够摊开来，因为这是关乎我们生活我们世世代代天大地大的事情，所以要摊开来大家一起来探讨。那我要再讲一下，就是说老师们还有学生，最重要是家长们，你们不要忘了你们的该要尽的责任，你们要知道学校是怎么教导你的孩子，你要参与，你要进入校园，你要来知道你的孩子是如何被教导，你要开始来从父母来教导两性的这样的一个正确的两性的教育观，还有两性的正确的家庭观。谢谢大家。好，谢谢辛迪波拉理事长。我们接着邀请两岸仲裁人的谢启大律师发言。主席、各位委员，还有各位与会的贵宾，我今天时间实在对我来说很紧，所以我就快速讲一下。第一，我以前曾经当过3届9年的立法委员，我基本上我的立法经验比较丰富。从第一我开始当的第一年，我就开始把除妓防治法，当时我记得是林永颂和沈美珍拿出来，我就指出它里面的问题，最后他们就丢给我说你负责把它改，我最后把它变成了儿童及少年性教育防治条例，全部条文开始做调整。我的毕业作也就是由美女委员有参与，当时她跟我说你一定要通过，我说我答应你我一定会走之前会通过，就是两性工作平等法。那这个中间我想几十部法律我都曾经参与或者领衔提案过，我对于立法应该稍有经验。我在这边说立法对于是立法委员一个很重要的职责，可是我们的立法是随着社会的需要而做，而不要造成社会的骚动和不安。我们为什么会认为现在会有社会有骚动不安？我拿一个人数做比较，这个人数我想是中央研究院在2013年公布的一个台湾社会变迁基本调查计划的一个调查报告，它里面对于人数他说了，这是很多调查里面的一份，它不是专门针对这个议题。他说同性恋者的人数是0.2%，双性恋者在他调查里面是1.7%，也就是加起来，如果你把同性恋者和双性恋里面的同性的部分加起来是1.9%，
如果以我们2300万的人口来说，我们扣掉儿童和已经年纪过大不可能续婚或者还可以结婚的，我们如果抓1300万的话，它事实上人口不达到25万，而异性恋者是94%。如果我们同样抓1300万的话，它的人数是1222万，也就是人数有这么大的差异。那么在这样的情况之下，我们不说我们对于少数人不要保障，可是如果我为了保障少数人而要破坏整个一个结构体系，是否恰当？就如同说我们要保障视障者，我们在道路上我们要铺那个视障者的一个砖，我们也要对于残障者我们要给他一个便道坡，可是要不要为了保障视障者和残障者，我把我所有的道路都要铺上那个导盲砖，和让所有的道路都变成是这样的一个残障道路？我们有没有必要付出这样的社会代价？这是一个。第二个我要在这里说，那么台湾人是否歧视了同性恋者？我刚刚看到了郭妈妈，她确实很难过，她觉得她的孩子，她要当她孩子告诉她出柜的时候，她会很难过。可是我也必须说，在我台湾基本上是善良的，我们对于同性恋者，他们基本上是比较羞怯的，他们不太愿意，因为到底他们是少数。可是我们台湾社会不是一个残酷的，一个喜欢欺凌人家的。我们也可以看得到，虽然在曾经我们的总统两次的选举、几次的选举中，都有人攻击说候选人有同性倾向或者是双性恋倾向，可他们照样当选，而且这不会构成任何对他的攻击。同样的，我们也看到亚斯伯格症的，当即使候选人自己公开我是亚斯伯格症，他一样能够当选，他不因此被歧视。所以我认为我们台湾在歧视方面，我们台湾其实不是这样一个非常歧视人的地方。所以我们为了保护这些人，我们就算我们要维护他的权益，我们没有欺负他，我也不认为在这样的为了防止他歧视就大家都平等，大家都变成婚姻都是一样的，我觉得这是不对。我们可以用权益保护法去保护他，可是我们不应该为了不要歧视，认为怕被歧视而要让大家多数人成为同志，我觉得这是不对的。再过来，我们的婚姻，刚刚有人说这有婚姻的权利，有结婚的权利，我必须要在这里说，结婚不是权利，它是一个社会在发展的过程中，为了要让社会更好的发展，它建构最后人类研究建构的一个制度，而这个制度其实它更多的是义务。今天我们都当，起码我当了父母，我很清楚，在婚姻中间，我更大的责任是教养我的子女，给我孩子一个成长的空间，这是义务的大于责任。我这一部分很抱歉，那个我没有办法很理性的、很完整的阐述。不过我看了一本书，叫柯志明教授，他写了一篇《无所谓同性婚姻：婚姻的本质与价值》。他这本书里面，尤其最后有所谓的29问，非常好。我想我这个，我等会取得了柯教授的同意的话，我们作为附件放在里面，各位委员你们都可以看得到。我在这里也要说，今天。昨天我听到柯教授的一个辩论，我觉得这个地方跟我的想法很一致，所以我就把它稍微引用一下。他说，如果性别不能构成为是婚姻的所谓的，就是障碍，就是我们对于性别，我们都应该都不管是什么样的性别，我们都同意结婚的话，那么请问亲属，我妈妈跟儿子，我爱我的儿子，我可不可以，可不可以跟他结婚？我爸爸或者我的祖父，可不可以跟我的孙女结婚？亲属为什么要成为障碍？我们相爱就好了，人数也不应该成为障碍。我跟两个男的结婚，这是我的高兴，我喜欢，为什么成为障碍？同样的，今天同样的年龄为什么要成为障碍？我跟14岁的小男生，他可以发生性行为，我们就可以结婚，为什么要成为障碍？也就是婚姻它不只是一个权利，它是一个要维系最重要，国家为什么给予婚姻这么样多的保障，
要给予他这么多的限制，因为他在这里有一个最大的功能，就是养育下一代，这也是人类繁衍的必要的必须。所以今天我赞成同性你可以相爱，给你伴侣，给你准婚姻，可是我不认为他就应该要做这样的保护。好，最后我要说入对于法务部来说，最近做了一个这样同性伴侣的研究，那在这里面呢，我觉得法务部你缺少了一个，不过我发现谢次长不见，谢次长那个谁，那个陈明堂次长不见了，这里有一个他没有把在各个地方实行同性婚姻的时候，这个骨牌效应到底民间出现了什么事，大家有什么样的反对意见，里面有产生了什么问题。很多人说这是少数，可是我们大家都清楚，如果我看到了一只蟑螂，不表示只有那一只蟑螂，它后面有几百只蟑螂，也就是当这个事件出来的时候，它后面有非常多的隐性的没有统计的数目。最后我要说一句话，我如果我的孩子他有一天告诉我他是同志，我会心疼，可是我还是爱他，我也会接纳。可是如果今天我的孩子他本来不是同志，却因为有人却要希望影响他，例如我们的性平等教育法通过的性平会里面，他现在根本不是所谓的性别平等，他根本就是一个同志的教育，同志的养成的教育。我等会有时间，很好，我还有一点时间，我可以演示给大家看。我们可以看得到，从台大的这个事件看起来，这个题目它事实上，我刚刚跟赵慧法师也申辩，它是它前面最大的问题，人要离开父母，与妻子联合，三人成为一体。好，这个是基督教的圣经上面的句子，可是你知道法？结果教育部的处罚，他不是用统治，他用该宗教信仰作为招生命题，有限制学生答题的内容。错，他上面是说用这样一个自然率，人男女结合，男和女的结合，这种从出生来说，这是一个自然率。这样的自然率里面，结果说他违法了性别教育平等法的第13条和19条，而我看了13条和19条，根本内容就不符合。教育部居然敢说谎。同样的，教育部我们也看到了，为什么我们担忧像性的像这个同志的这些的推动同运者，推动挺同运者，他们在整个的游行里面他们出现的是什么这样的行为，不要天助要田助。然后同样的，在当时在整个游行里面他说了什么话，他有拿着阴茎的道具，然后呢放着淫秽的歌词，然后出现了很多，而甚至包括论文，包括宗教批评，说在大雄宝殿发生性交的这样的一个情况，结果警察不敢管，为什么执法者不敢管，这明明就是现行犯，那我们社会出现这问题我们能放心吗？同时我们也看到了我们的性平会出的青春血样里面，他根本就在，他现在已经被下架了，可是在这个里面他出现的题目，谢谢，是我马上最后了，青春血样性教育随堂考里面你们看到的考题，他第八题，人的欲望对象是可以是同性的 yes 可以，妈妈的安抹精油可以拿来当保险套的润滑剂，不可以，因为那是油性的，要用油性的。谢谢，好，所以我们从现在目前我们在这里还没有通过法律，谢谢，谢谢，都有这样的现象。好，谢谢，啊，我觉得这件事情非常严重。好，谢谢。好，我们接着邀请捷德影音执行长啊，林志杰林执行长发言。好，我们请每位委员能够掌握自己的时间，谢谢。Hello， 大家好，我是林志杰，允许我简单自我介绍一下，我来自高雄，我9岁移民到美国，陆续在国外待了20年，30岁的时候回到台湾。下一张，再下一张。我之前在加州也是当律师。我有幸见证美国联邦政府让同性婚姻合法化，让同志们拥有自己的家庭。美国现在估计有差不多90万同性伴侣，其中19%有抚养18岁以下的小孩。这表示美国现在已经至少有13万个小孩子是住在同志家庭里。其中我也很有
很高兴，其实我很多的同志朋友们也都已经结婚生小孩子了。那你会问我现在为什么今天会在这里？因为我是同志，也现在透过代理孕母拥有一对五个月的双胞胎小男孩。在之前我尝试其他方式当爸爸都失败了。身为在台湾的男同志，不管我们的家庭有多温暖，关系有多稳定，我们就是没有办法合法的结婚，导致条件不足的情况下没有办法收养小孩。我们住在台湾有心有意想照顾小孩子的同志，连一点收养的机会跟可能性都没有。台湾每一年不幸的有300多位出养的小孩子，其中有超过一半是被送到国外去的，而无法留在台湾长大，这是多可惜的一件事情。下一章，我有稳定的工作跟良好的人际关系，不过最重要的，我有稳定的伴侣。我们两人相信我们两个人可以给现在这两个小孩子很多的爱跟关照，就像我结婚50多年的父母一模一样。我与我的伴侣拥有稳定的关系，我们对彼此做终身的承诺，对彼此和我们的家庭负起照顾的责任。但是身为同性恋伴侣，我们无法像异性恋一样结婚，我们要建立一个有小孩子的家庭是多么的不容易，要付出代价是多么的高。虽然我和我的伴侣工作都非常的忙碌，传统的双薪家庭，但我们亲自照顾小孩，每天早上我们会上晚班，上早班，我上的是早班，一个他上晚班。我出门后，我的伴侣和我的家人会照顾小孩，我们成为轮流照顾小孩子的超级奶爸。不过一切的努力都是值得的，有了新生命加入我们生活，让我们更加幸福美满快乐，这个不是就是家庭的定义吗？在我决定要成为父亲的过程中，我的家人都是支持的，我们都很高兴迎接两个新生命到来。我的家人跟朋友有非常爱这两个小孩子。下一章，我们是男同志，拥有两个小孩，照顾小孩子生活跟大部分的家庭有哪里不一样？请你跟我说。其实有一个很大的不一样，也就是我的伴侣没有办法收养他们，在关系上也只有最爱、最亲密的陌生人。我们的需求只是希望我们可以在法律的保护下，给我跟我的伴侣跟小孩子完整的家庭。难道我们的爱心、我们的关注、我们的承诺是跟别人不一样吗？我期待我们的小孩子是可以跟社会一样融入，而不是被排挤在外。我相信我们两人的关系跟我们的养育这两个小孩子应该是不会造成社会上任何的结构的威胁。以下有几点最近一些的反对声浪，我想提出我自己的想法。第一，变成双亲是自由意志，我的伴侣和我变成双亲跟其他双亲是一模一样的。下一章，绝对不会造成任何其他家庭的影响。大家可以看看，就是在投影上的个美国加州的出生证明，在右边里面其实是框，让就是家长或是可以自己自由的填 mother、father 或是 parent。就现在我们的身份证上或是在出生证明上填什么，其实也不会影响在我们家里是怎么称呼我们的爸爸。也许排湾族的他的妈妈叫伊娜，泰雅族的叫雅雅，我可能叫我的父母亲 father mother， 这个有关这张纸有任何关系吗？双亲可以决定想要称的称谓及身份，和小孩子家里如何招呼爸爸妈妈是完全自由的。第二，代理孕母不是弱势，有反对声音强调说代理孕母是弱势族群。下一章，只是为了赚钱或是家庭不健全者，但我的小孩子在美国代理孕母的家庭是非常的幸福美满。他生产那一天，他的女儿、老婆、妈妈、姐姐以及他老婆的妈妈，而老婆的奶奶等家人四代同堂一起到医院看他，也替我们非常的开心。对，他本身就是女同志，所以他理解男同志要有小孩子是多难的一件事情，也跟他太太也是因此这样子作为我们永久的干妈妈。
代理育母是帮助无法自由拥有小孩子的人成立家庭，就像台湾很多不孕的夫妻一样，也要透过台湾先进的人工生育技术跟不断的努力，才有可能有小孩子的梦。第三，同志有想要也想要有小孩的生活。其实同志在台湾是无所不在，像刚才那个郭妈妈所说的，各行各业，我们可能是会计师、律师、水电工、老师、企业家、医生、叔叔、舅舅、姑姑、阿姨，却不能成为我们最爱的人的合法伴侣，也非常难在台湾合法拥有自己的小孩。台湾的生育率都已经这么低了，更何况大家也知道华人社会的传宗接代的压力，如果收养也不行，人工生殖也不行，代理育母也不行，那你是希望同志如何用合法跟真诚的爱的方式有下一代呢？第四，从生活了解同志。今日的台湾依然有非常多的同志不敢出柜，因为害怕被家人、朋友、同事、同学歧视或拒绝。我希望每一个人都能用平等看待不同性倾向的人。家庭教育的养成是很重要的一部分，小孩子成长过程中，双亲或是单亲给予小孩子的教育观念，下一章，会影响到他们的未来的价值观。再下一章，我是台湾国际酷儿影展的创办人，我希望能透过电影融入生活，使台湾社会与文化更多元，也同时希望可以帮助同志族群发声，让我们的社会可以更接轨。如果在听那个 在场的观众，特别是都会外或是异性恋的朋友，想要透过电影更了解的话，请直接跟我联系，我非常愿意免费的把这些电影带到台湾各地去。第五，婚姻平权逐渐获得支持。下一章，下一章。很多已发展中国家，尤其是一些坚定的基督教国家，像西班牙、法国、英国、阿根廷等等，已经采取婚姻平权。这是因为宗教不应该一致人权，因为爱就是爱，就这么简单。最后，我很骄傲告诉大家，我是男同志，我有两个双胞胎的儿子。身为父亲，我会更努力赚钱，养育小孩子，尽我全力保护他们成长。我们跟很多异性恋夫妻一样，奉公守法，认真工作，一样缴税，一样生活。我对于亲情、友情、爱情都是一样的用心。我跟我的伴侣，我们的感情坚定，我们对彼此，我们对两个小孩子都有满满的承诺。婚姻关系应该是建立在双方承诺上面，绝不是取决性别、性倾向。两分钟到了吗？哦 ，OK， 好。同性恋也渴望婚姻，渴望拥有小孩，渴望建立一个完整的家庭。但我们为什么不能跟异性恋一样，合法的结婚，合法的拥有小孩呢？这是我们上个月在 W Hotel 办的库摩沙奖。其实大家可以看到，来的来宾包含企业界、电视演员，就是电影制作人等等的。其实台湾社会已经普罗大众支持同志婚姻。最后一张好不好？同志的公平人权已经延宕很久了，现在是最好的机会，请支持修正民法第972条，给予我们的婚姻平权公平对待。谢谢大家。再下一张，再下一张。好，谢谢林执行长。抱歉提醒我们发言的委员啊，跟我们的专家学者，我们在后面的左手边有一个计时器，不好意思，我们刚刚没有提醒大家哈。那我们接着来邀请台湾伴侣权益推动联盟的许秀文理事长发言。大家好。然后我是台湾伴侣权益推动联盟理事长许秀文律师。今天呢，其实召开这个公听会，我首先感到非常的振奋，是因为呢，我们讨论的提纲终于从要不要保障同性伴侣的权益走到了另一个层次，也就是如何保障的议题。
好，那我希望我们不要再倒退了。好，第二个就是事实上关心这个议题的非常多的民众呢，也希望能够表达他们的心声，所以我所属的单位台湾伴侣权益推动联盟今天也在立法院外举办了民间版的公听会，那也会做直播哈，那希望能够收拢更多的公众意见，提供给我们的立法者做参考。今天我会依据公听会的这个主席这里所提出来的讨论提纲依序来做回答哈。第一个问题问我们说，既然要保障同性伴侣的权益，那么应该透过修正民法或者是修正专法的方式呢？好，那关于这个议题，我想非常清楚，按照我国的政府自己所提出来的两公约国家报告，第二次国家报告里面明白的点出来说，关于配偶的专属权利，事实上高达498项。也就是说，这498项的权利，如果不赋予同性伴侣配偶的地位，或者类似的配偶的地位的话，事实上是没有办法享有的。所以曾品杰教授，这没有办法用等同于家属这样子的方式来就是替代哈。那再来就是说，为什么伴侣盟以及非常多的人权组织、同运组织，还有很多的民众都反对另立专法，所谓的特别法？第一，我们都知道，其实修改民法毫无技术上的困难，因为呢，包括在2012年游美女委员，或者是2013年郑丽君委员、游美女委员等人，就是采纳了伴侣盟的版本所提出来的婚姻平权的修正案，是民法的修正草案。也就是说，上一届的立委任期，我们就有两个婚姻平权的民法修正草案。这一届的立委任期，我们看到跨越了党派，包括国民党的许玉仁委员，包括时代力量党团，以及游美女委员所提出来的三个，虽然在立法方式上面有一些些差异，但是方向上都是修改民法的这个做法。那作为一个法律人，作为受过正规的就是公法以及司法的教育训练的法律人以及职业律师，我要说，其实我们修改民法真的就是毫无困难，甚至我们知道说，如果我们是用一个特别法的方式，反而这个成本有可能是高的。因为呢，我问大家一个非常非常基本的问题好了，就这件事我们也不需要用什么太高深的方式来解决啊。第一个就是，如果同性伴侣所享有的所有的权利义务，我们认为应该平等于异性的配偶，那么我们必须要问的问题就是，既然这些权利义务相同，那么何以同性的结合它不能够称之为婚姻，不能够称之为配偶？第二个，假设有些人认为某一些重大的权利不想要给予同性伴侣，那么我要说，这一些不想给予的理由是什么，必须要有非常非常清楚的公共利益的目的和说明，才能够符合我们宪法的检验，平等权的检验。那再来，我也想要引用南非的宪法法院，今天我在会场上非常惊讶，听到很多人竟然说，如果允许同性结婚，有可能会违宪。事实上，从比较宪法的角度来看，我们看到的是完全相反的状况。有非常多的国家明白的宣告，如果不允许同性结婚，才会违反宪法平等权的规定。这些国家包括加拿大，包括南非，包括美国，包括最近的哥伦比亚。没有错，有些国家反对同性婚姻的人，他们会在婚姻平权的法案通过之后去提起释宪的申请，但是这些释宪的申请，据我所知都是被打枪的。也就是说，该国的这个相关的宪法法院或者是大法官，并不会认为允许同性结婚有所谓动摇家庭结构，承认同性伴侣的关系并不被认为是破坏了传统的家庭结构或者异性恋的权利义务。我们都知道，结婚这件事情，结婚登记这件事是没有总量限制的，同志可以结婚，不会影响任何的异性恋者想要组织自己的家庭，想要去结婚。我们也知道，幸福是一种分享了并不会变少的东西。好，所以我要在这里非常诚恳的呼吁，就是说，反对的这些组织跟这些朋友们，事实上反对同性结婚没有办法巩固任何你们所在乎的美德，但是呢，反对同性结婚得到法律的承认和保障，
事实上，这个反对本身造成了非常多的撕裂对立，而且也让很多没有意义的悲剧是不断的在蔓延。我们不希望再有一个毕安生教授的事件，而事实上，像这样的事件，它其实是因为他们的所具有的社会经济地位，所以能够得到媒体的重视。大家能够想象有多少就是默默无闻的同志，没有办法现身的同志，被这些社会污名逼迫的必须自我否定的同志，没有办法站出来为自己说话。这也是为什么社会歧视固然不可能完全被法律上的平等以及婚姻平权所消除，但是这是绝对必要的一步。好，我们也知道，事实上在很多人的讨论里面会谈到说，譬如提纲二认为说对现行的法制会造成什么巨大的冲突，姿势体大，所以一定要非常的谨慎。事实上，如果我们去看三个版本，我们这个立委任期内三个版本的民法修正草案，关于婚姻平权的部分，不论是通过哪一个版本，我认为对现行体制的整体影响都是很小的哈。我们大部分的法规，我昨天晚上做了一个很快的一个搜索哈，大概除了民法以外，其实还有大概600左右的这个600笔的法规用到配偶这样的字眼，那夫妻的话只有大概28笔的法规是用到夫妻的字眼。而老实说，不论通过三个版本哪一个版本的修法方式，依据整体法规范的目的解释，这些其他的法律里面牵涉到配偶、夫妻权利义务、法律上地位的这一些设计，事实上都是可以适用的。唯一比较需要特别考虑的，我想是优生保健法，还有就是人工生殖法部分的一个规范，要明确化它的一个适用方式以及它的范畴哈。第三个就是谈到说正反方这么激烈对立，事实上我觉得很重要的一点是，我们要在事实的基础上辩论。在反方的这个非常多的人士利用 LINE 群组各种方式扭曲法案，然后传递非常多不正确的讯息，我认为这个才是激烈对立的一个源头哈。那第四个，收养子女是不是有违子女的最佳利益？按照目前主流的相关的学术的通说，可信的这些学术资料，我们知道同志家庭所养出来的孩子，事实上如果不要说更好，是确实有一些资料显示结果更好，但是事实上就是跟异性的家庭养出来的孩子是一样好的。因此在这里我们要呼吁，不让同志收养小孩才会违反这些小孩的现存的同志家庭的小孩的最佳利益。谢谢。好，谢谢徐理事长。那我们接着来邀请收养孩子侵权的同志家长杨玉颖小姐的发言。Hello，Hello， 大家好，我做一下自我介绍，我的名字叫杨玉颖，我今天代表是同志家庭的家长。对，那我自己个人本身也是一个教育工作者。对，那在有孩子之前，可能是书读太多，我一直觉得父母是一种角色。角色是什么东西呢？角色就是你有你要做的事，我有我要做的事，你把你的事做好，我把我的事做好，我们一起把事做好之后，谢谢大家，任务完成，下台鞠躬，我们回去都可以好好的做我们自己要做的事。但是孩子出生之后，老实说我真的觉得非常的，我脑中有非常非常大的 shock， 因为我不明白父母是一种角色这句话到底是谁说的。这个人真的有养过小孩吗？在我的世界里面，我现在很深刻的感觉到父母就是一种修炼。这什么修炼呢？小孩这种生物，他不跟你沟通，我也没办法跟你沟通，他不管你要什么，他不管你是谁，他不管你现在有多忙，是不是三天三夜没睡了，还是现在已经快要 拉肚子拉在你的裤子上，他完全不管你，他只想管他自己现在此时此刻他所需要的事情。他想吃饭，他现在就是要吃，他吃完之后他要哭，他就是要哭，他大便了你就是必须去换，他要玩他就是要玩，
你在他身上，你在他身边，你没有任何一个时刻可以拥有我们平常一直都拥有的决定权。对，所以呢，可能某一天陪他玩，陪他吃，帮他换衣服、换裤子，全部搞了老半天之后，哦，看到他终于快要睡着了，眼皮快要沉下来了，心里真的好感动哦！求求你赶快睡吧，你赶快睡吧，你睡了之后，我就有时间可以去做我要做的事。心里一直慢慢，一直默默祈祷，默默祈祷，默默祈祷。好，他终于看起来真的是快要累死了，赶快把他抱去喝奶，让他去睡觉。终于睡了，在那一刻的当下，你心里真的是放烟火，觉得太感动，我终于有时间可以做我自己要做的事了。默默的、悄悄的、偷偷的从床上离开，一下床，他的眼睛嘣又亮了，咯咯咯咯咯，一副就是我复活了，我又要去做我要玩的事了，来吧来吧，老天爷啊，到底是什么样的构造可以让他的身上可以补血补得这么快？我真的是非常非常的好奇跟纳闷。而真的有了孩子之后，很抱歉，我真的要说一个我心里很真诚的，可是可能有点批评的话。我真的觉得真的是疯掉了才会选择愿意去当家庭主妇。为什么呢？今天一个家庭主妇一天24小时的时间完全自己被剥夺，对，他没有任何时间可以去做他自己的事情，每一个时刻每一个决定都是这个孩子在决定，而这是一个完全不跟你沟通的小孩。然后你必须想办法让自己活着，因为你活着你才能让他活着。可是我们去上班的人呢，老实说我们去上班的人真的好累哦。但是我们在发呆的时候，老天爷啊，原来有孩子之后我才知道，原来发呆可以发呆的时间原来是一种幸福。原来有了孩子，连发呆的时间都消失了。你可能才刚泡好一杯茶，你还没喝，你就发现他已经把今天早上你刚贴好的防撞边条已经扯下来。你想说，我的天哪，你怎么已经把这个东西扯下来？你赶快去把防撞边条要把它贴回去的时候，他已经在翻垃圾桶。然后等到你又去阻止他去翻垃圾桶的时候，他已经把头撞在刚才他用到防撞撕掉防撞贴条的桌子上，已经又在那边哭。没有一个时刻可以是安，怎么说，就是说是你可以控制的，你拥有绝对控制权的，你可以决定说，我们瞧一下好不好，等一下你去睡嘛，你睡个3小时醒来，我们约好你睡3小时醒来晃晃晃晃，我陪你玩嘛，好不好？完全没有这样子的状况。然后可是这样子的一个好疯狂的过程，老实说，在每次看到小孩从下班回来，门打开，他就是那么开心的，好像欢呼似的，要冲到你身上，很开心的要迎接你。然后每次，甚至你只是想要上个厕所而已，把门关起来，他就开始啊啊，一直抗议，觉得你不可以从他视线里消失。这些生活中的小小细节，真的是让这些疯狂的过程，老实说，脑内吗啡，就是我们得到了很多的幸福感、平静、安定，然后很感动。这种感动好像那些疲累，通通都可以消失了。然后直到目前呢，我想这些内容，我要描述的是，这些过程好像听起来跟大家家里没什么不一样，但是其实我家有一个非常非常特别的状况。这状况是什么呢？就是在法律上，我的孩子他只有一个家长，就是我的配偶，我的太太。当然他现在法律上还不是我的配偶。对，所以呢，我们家是一个完全没有办法承受意外的家庭。所有家庭可以有的很简单的过程，很简单的决定，很多事情过程，什么保险啊，什么办存折啊，什么什么这些，那些全部都不说，那些全部都不说的话，我们家是一个完全不能够承担任何意外的家庭。今天万一
万一我的孩子现在的法定妈妈她不小心出了什么车祸还怎么样，她过世了，如果这件事发生的话，一个政府授权的代表，他可以立刻的在我的身边把我的孩子带走。请问你们任何一个人，你有办法承受这件事吗？你的另一半过世了，你还在哀痛的时候，你的孩子就要被带走了，谁告诉我还可以接受？然后如果今天是我先过世，一个政府合法授权的代表将会拿走他们所有可以吃住的东西，他们没有地方住，没有办法吃穿了。而我的孩子，他必须在接受过这件事情之后，很努力、很努力、很努力的学习、跟认识、跟了解那些把他全身身家剥夺光的人，是以前曾经那么爱他的叔叔、伯伯、婶婶、阿姨、姑姑。你们问过我的兄弟姐妹、父母，他们愿意当这样的剥夺者吗？为什么每一个人家是一个可以互相爱、互相依靠的避风港，而我的家庭却是一个要这样子被剥夺对待的地方呢？谢谢大家。好，谢谢我们的杨小姐的发言哈。我们在这里先宣告一下，我们早上公听会所有发言的名单，我们先到这里告一个段落。那我们是不是征求，本来我们的开会的通知是下午2:30，那我们在场的委员以及我们各位专家学者，有没有需要把时间提早到2:00，还是要维持原本的2:30？2:00吗？是，嗨，教授。哦，好，那好。那个吴院长因为下午有事情，我们是不是在，那我们就上午的发言时间就让吴院长先行做发言，先做个安插，接下来的委员有没有意见？我们各位专家学者，好，那我们就在吴院长发言结束之后呢，我们上午就先休息，那我们再来讨论开会的时间，谢谢。那我们先请吴院长，世新大学法学院吴院长发言。谢谢主席，还有谢谢在座各位的容许我的这个，虽然应排到下午，但早上发言，因为我下午还有好多会必须要离开。那这个问题讨论了许久，那实际上让台湾有许多的人变得不理性，那这是很遗憾的，这个我想大家也不愿意见到。那举个最新的例子，比如说昨天晚上公视的节目，我想在座的很多这个各位已经看到过了。那其中有一位林姓的律师，那他同时也是某一个这个社团法人的董事长，但是对不起，财团法人董事长。那但是由于这个他是以个人就是他自己律师事务所的名义来发言，可是呢却遭受到该基金会内部的成员的反对。那这样子的结果让我看得非常遗憾，因为这个基金会是在台湾相当著名有声望的基金会，他为了司法改革，那为了大家来做了许多的努力，可是呢成员大部分都是法律人，但是却为了立场的不同而要退会，而要谩骂。我不知道法律人的训练为什么训练到大家丧失了理性，这个是恐怕是我们这个法律教育应该要反省的地方。那这个问题为什么会变成这样子？就我个人的专业来看，它牵涉的两个问题，一个就是误解，另外一个是曲解。误解是什么？
误解法律上的婚姻的制度它的来源。那刚刚也有先进已经说过了但是我想我想把它说得更清楚的，就是婚姻本身它不是法律，不是宪法，不是宗教所定的，它是人类文化发展过程当中的一个结果。不管它的这个结果是对是错，它就存在在那里，它不是法律所应该规范的一个内涵。法律所能做的，就婚姻它应该要如何让它成立，比如说要采用一夫一妻或一夫多妻或 一妻多夫等等，法律可以做的。但是它从人类的历史演进而来看的话，它是一个异性的关系。那这个异性关系法律的规定只不过给予确认而已。我想在座很多法律人也看过陈其言老师就过去已经过世的这个台大法律学系的教授，他的教科书的序里面就讲清楚，他说所有的人伦关系他法律只是给予确认而已。但似乎很多的法律人都不在乎这件事情，或者忘这件事情，或不知道这件事情这个是我必须要强调的。那这个婚姻本身它不是法律所创造的。我再讲一个故事，这个故事跟这个问题有关的，就是全世界最早以法律来规范我们现在的法律婚的是拿破仑民法典，1804年拿破仑民法典，也就是后来的法国民法典。那这个民法典在当初在施行之后讨论，就讨论到婚姻，好像婚姻它有设跟我们目前的民法同样的有设了一些无效的要件。那问题有一些是婚姻的本质的问题，比如说一个人活生生的人要跟死人结婚，比如说人要跟动物结婚，比如说两个男人或两个女人要结婚，那这是属于什么样的性质呢？于是在法国民法的学说里面就衍生出所谓的婚姻不成立。它跟婚姻无效的效果虽然是一样的，它性质不同。为什么性质不同？因为所谓婚姻不成立的这些情况是违反它婚姻的基本内涵的，所以叫做婚姻不成立而不是婚姻无效。那所以我强调这些，就是说民法上面的婚姻它立法者并无权去更动，它不是异性婚。立法者可以更动的是它的成立要件等等，这些还有它的无效的原因等等，所以不是立法者，它是立法裁量范围之外的。相同的宪法也是如此。那我们民法上面到底对于同性伴侣它能够会有什么样的保护呢？事实上目前刚刚有学者专家提到可以用家长家属的方式来处理。那我不谈这些，我要谈的是说这个问题本身它被曲解的地方在于它扩大了强调同志结婚的自由。事实上我刚刚谈到的婚姻本身的定义它是异性的，因此它没有自由跟不自由的问题，它没有宪法上的问题。那它是什么问题？它是同性有没有组成家庭自由的问题，组成家庭的权利的问题。目前依照我们的民法，组成家庭的方式有三种，一个是出生，一个就是婚姻，一个就是收养。那同志们没有办法出生嘛，因为亲子之间本来就不能结婚，这根本就是不用讨论的范围。那问题收养呢？收养我们的民法规定要20岁，原则上要20岁的相聚。那当然我们现在社会上有所谓的爷孙恋啊，那未尝不能使用这个方式，但是大多数的同志伴侣们没有办法使用这个方式。事实上我有认识的一个人，他的方式是这样子的，他是由这个人的父母去收养他的同志伴侣为养子女，因此他们在法律上变成了这个兄弟姐妹的关系。
那透过这个兄弟姐妹的关系，所谓的继承权、所谓的抚养的义务等等都具备了。但是我想在座同志伴侣们不想走这条路，那怎么办呢？刚刚讲了三条路，就剩下婚姻了，于是大家都挤到婚姻这边来，在吵这个问题。这个问题又牵涉到婚姻的本质，我们是不是可以换一个角度去想，这个同志们的组成家庭权利不被保护，确实是一个宪法上的问题。我也在许多场合告诉同志们，同志伴侣们采用这个方式，他们似乎没有接受我的建议。那在宪法上确实没有组成家庭的方式，确实是一个宪法问题啊，确实。但是没有相同跟异性恋同样的结婚自由，它不是一个宪法问题，它根本就不是问题，因为宪法无权去侵犯到人类历史的文化。就如同法律宪法不能规定元旦不是1月1号一样，同样的也不能，法律也不能规定耶诞节不是12月25号。它是人类社文化里面已经存在的东西，它是一个事实。那如何保障同志们的权利？我个人认为同性伴侣法是唯一的方式。这个唯一的方式是不是跟一般的异性恋或者是我们讲的婚姻相同呢？这个还有讨论的余地。我们的提纲里面有一个可不可以收养小孩的问题，刚刚也有这个有一些先进啊提到这个问题。就我个人来看，这个问题牵涉到第三人，这个问题牵涉到一个无法独立自主的第三人的问题的情况比较多。那因为大人的个人欲望把一个未知的结果带给第三人，是不是妥当的问题？我们在批判说纳粹屠杀犹太人，就日本军在中国的东北满洲做人体实验，这样的情况也是某一种意义的人体实验，把一个未成年甚至是根本是无行为能力人的小孩放在这个家庭里面，同性的家庭里面，是不是妥当？如果他们根本没有血缘，刚刚的例子还是有单方的血缘，如果是完全没有血缘的收养，这个问题恐怕比较严重。这是我个人的观点不代表本校的法学院也希望能够给各位在座的先进们一个思考的方向，谢谢。好，谢谢吴院长。那我们早上今天的专家学者的发言就到这里告一个段落哈。那我们是不是下午依旧是2:30开会好吗？好，要提早到2点是吗？那我们在场的我们本委会委员有没有意见？好，那我们下午的开会时间就提早到2点哈。那下午第一位的发言人是邀请台湾国际同志权益促进会的陈志明发言人哈，谢谢。好，我们先在这边稍作休息，谢谢。